报告委员会，已足法定人数，我们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十九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105年12月7日星期三9:20至12:40、14:30至15:58，地点本院群贤楼801会议室。出席委员洪慈庸委员等14人，列席委员陈欧珀委员等14人，请假委员林静怡，列席官员卫生福利部部长林昼延等相关人员，主席无召集委员玉琴。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本次会议经陈委员宜杰代表亲民党党团及吴委员玉琴说明提案旨趣，并由卫生福利部林部长昼延列席说明并备询，委员洪慈庸等15人提出质询，均经卫生福利部林部长昼延暨各相关主管等及其答复。讨论事项一、审查本院民进党党团拟具《全民健康保险法》第27条及第104条条文修正草案等二案决议，全案令定期继续审查。二、审查本院委员吴玉琴等18人拟具《口腔健康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决议，一、审查结果一、照案通过第一条至第三条及第八条；二、修正通过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六条之一及第九条；一、第四条除首句修正为主管机关及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外，于照委员吴玉琴等18人提案修正通过；二、第五条除末句修正为之防治与宣导外，于照委员吴玉琴等18人提案修正通过；三、第六条照委员吴玉琴等18人提案及委员李彦秀等3人所提修正动议，修正为各级各类学校应加强口腔健康危害因子防治教育之推展及定期实施口腔检查；四、第六条之一照委员吴玉琴等18人提案修正为主管机关应对口腔癌高危险群提供具成本效益之口腔癌筛检服务，劳工主管机关应于办理劳工健康检查时协助进行，另立法文字说明第二项修正为故劳工主管机关应协助推动将口腔癌筛检服务于实施劳工健检时一并办理。五、第九条除第二项首句修正为中央主管机关应每6年提出外，于照委员吴玉琴等18人提案修正通过。二、全案业已审查完具，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院会讨论本法案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并由召集委员吴玉琴于院会讨论本案时做补充说明。三、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助产人员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3案决议，一、审查结果依照行政院提案及委员严宽恒等17人提案通过第4条；二、照行政院提案及委员王玉敏等16人提案通过第12条、第12条之一、第35条；三、照行政院提案通过第18条、第34条、第45条。二、全案业已审查完竣，合并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院会讨论本法案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并由召集委员吴玉琴于院会讨论本案时做补充说明。四、本日会议说明及询答完毕。五、委员林淑芬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书面答复。六、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或请补充资料者，请于2周内书面答复，委员另要求期限者，从其所定。宣读完毕。好，请问委员会对于上次议事录有无修正或遗漏之处？没有的话，我们就确认通过我们的议事录。好，那今天的议程是要邀请我们行政院环保署李署长来就建构绿能永续新世代垃圾处理计划，也就是有关焚化炉研议的相关计划啊，列席来报告并被质询啊。因为这个议题在多次
焚化炉的议题上面，还有我们这次在审查预算的时候，特别看到106年有一个5000万的一个预算哈，可是整个计划金额是高达了中央大概有110亿左右，地方的配合款是51亿左右，六年的计划里面大概有160几亿的经费啊，我们对这个计划。所知有限哈，只看到相关的计划，那也还在修订中，听说也送到行政院还在核定中哈。对于这个计划关系到未来整个焚化炉的研议的一个情况哈，所以在多次的大家的讨论里面，都对这个议题非常的关注啊，所以这次特别提了安排了这样的一个专案报告，希望能够更清楚未来这六年到底。焚化炉的未来的一个处理以及整个研议的情况啊，能够做得更清楚的说明。那我们委员们的一些忧心或想要提醒的部分，也在这一次会议中能够比较具体的提出来哈。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介绍一下我们在场的委员哈。我们在场委员有洪慈庸委员，好，还有陈曼丽委员，吴坤宇委员有理哎，还有那个刘建国委员，好，那今天来的官员是比较单纯，都是我们环保署的这个官员啊，有我们李应炎李署长，还有我们环境督察总队的萧清郎萧总队长，那还有废弃物管理处的这个处长哈吴胜忠吴处长，还有科长严瑞席。还有组长李义书，好，那还有空气品质保护及噪音管制处的检任计政吴正道，好，还有方案整合办公室的检任计政李德新，好，还有资源回收管理基金的处执行秘书郑祖寿，好，还有我们会计会计室检任视察刘维玲，好。好，那我今天是比较单纯的为环保署的业务哈，我们接下来就要请我们环保署来做这个整个的专案报告。好，那报告时间10分钟够吗？还是哈？好，那我们就请李署长来做这个整个这个计划的一个报告。好，谢谢。高工，高工，安尼无哈，也是可以。主席，我们各位委员哈，我们陈委员、洪委员还有刘委员哈，各位媒体先进哈，非常谢谢委员会安排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专案报告。我想这个垃圾处理问题，随着这个循环经济的概念哈，随着空气污染的这样的一个。的危害，我们可以说是受到国人的关注哈，所以委员会安排这样的一个专案报告，让我们有机会来听取委员的指教，并且作为相关的政策的修正或者是改进非常的感谢。那么我们就现在就开始来说明下一章。这个报告的内容大概分5项哈，就下一章。我想。整个，喂，喂，干部，无要紧，好，不要紧，好，那就这样看着了哈，谢谢。我想就是说我们零废弃是我们的目标哈，但是目前还是有接近一半的垃圾没有办法完全回收所以是由24座的焚化厂在处理。那么大家也都知道，目前大概焚化炉已经都接近到15年。快要到15年的这样的年限啊，当然有的还有可以用到20年，但是呢，我们总是这样的议题啊，还是这样的一个政策，可能要在10年前预为来安排哈、哦。所以除了这样之外呢，就是目前它整个的效能降低啊，发电的这样的一个能量也比较不足，
我们都觉得太可惜。在这个能源呢、非常珍贵的时代呢，这些其实都可以透过，机器设备的更新和研议啊，可以达到更高的一个效能啊。再来就是，这个区域的合作哈、过去在20年前在盖焚化炉的时候，还是从威权时代刚刚下来，所以相关的协调方面，中央可能啊。当时还算是比较大家比较可以配合。那目前因为各县市的地方自治啊，可以说是非常的非常运作的非常有活力啊，有时候不一定地方政府还是会说议会的钳制啊，导致啊在调度上有时间上的困难啊。非常谢谢啊，好谢谢。另外一个就是说厨余呢，我们认为厨余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殖能源，其实它可以做更好的一个处理，也可以做发电。产生沼气这样的一个能源的一个来提供哦，所以这一块也可以做改善啊、哦。下一张，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啊，在我们总队还有废管处，大家其实好几次的讨论了啊，所以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在这里先就这个零废弃啊，大家都知道随袋征收啊，是让垃圾能够减量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啊、哦。以台北市和新北市。推动的绩效、其实是不错的，当然难免都有那个3%、5%还是会有一种不完全守法的现象，但是对他们来讲要拿着垃圾袋到公用的垃圾桶去丢啊，其实那心理的代价还是成本压力也是很大、所以我们认为、如果能够慢慢的推动、应该是不错，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用建议的方式，用鼓励的方式，因为垃圾的处理基本上还是地方政府的、地方自治的重要职权还是责任、但是呢、现在地方有些地方目前还是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我们可以逐步的推动，比如说扩大的、直辖市，若是老市区、先来分段的分区的来处理、不一定一次全面处理，因为比较乡下的地区它的确有城乡的差距、城乡差距，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必须要透过时间不断的交换意见沟通、它目前并没有强制性，但是呢，对于回收、对大家国人希望垃圾回收减量、这样的一个概念，如果能够逐步的来全民的有建立了共识之后、逐步的来推动、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向、那么在这之前，我们总是还有40-50%的垃圾要处理、那么在这里有两大块。一个就是建构绿能，我们就是生殖能源厨余的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计划里面来推动哈、另外一个就是就这个整个的设备的升级哈、让它的刚刚所报告的电哈、这样的一个效能以及污染的防治管制设备能够提升啊，让污染量能够降低啊、下一张啊。那么这整个的抱怨的过程，这其实这整个都一定要先通过国发会的审查啊，在计划配合它一定的这个预算的一个研议啊，透过国发会审查到院，然后到向我们地法院报告之后才会来执行啊，目前还是在研议阶段啊。好，谢谢下一张啊。那么我们很多委员，就像刚刚我们招委讲的，很多委员对焚化炉啊，还是对整个垃圾的处理，包括澎湖是不是不要盖焚化炉啊？这一点，我想大家大概目前在尊重地方政府的状况下哈、其实慢慢大家可以有共识了哈、包括和美的小型焚化炉是不是就不需要再办研议哈、这些我们都纳入来处理哈、再下一张啊。再来，更重要的是上个会期，我们委员会啊来研修废弃物清理法。废弃物清理法的研修过程里面，对这样也有很多的讨论，还有指教哈、我们觉得那个部分呢、对未来整个垃圾的处理，尤其是中央来调度相关的跨县市之间的垃圾的处理的量能，这一点呢、更加的帮助更大。好、下一张啊、我想这个就是尤其很多。的委员特别指教哈、一定要加强回收的工作，这一点我相信绝对是全民的期待哈、那一定要不断的落实啊环保的宣导教育哈、再透过适度的手段行政手段啊不断的来加强，包括各村里的回收站的准备哈、类似这样的一个事情都一步一步在推动啊。下一张啊、我想国发会的意见
们看守台湾协会的意见，要循环经济，这些我们都到时候都会来参考。下一张，好，那么总和所有的意见之后呢，包括我们在研议升级的时候要注意到健康风险的一个评估啊，注意到零废弃和回收再利用这样的一个政策和方向，离岛原则上不再盖焚化厂啊，那么要做垃圾多元的处理设施啊，以及相关的预算呢，要经过一定的讨论之后才能来处理才能来动用啊，我想这些我们都会来采纳啊，下一张。所以说基本上重点就第一个，我们要修正焚化炉研议的厂数啊，但目前是规划大概13个厂啊，因为台北新北这5个厂都不需要啊，再来就是协助澎湖县啊，这个已经采纳了哈，那么离岛的相关的垃圾的转运啊，我们把它变成是离岛地区的垃圾的这个部分的转运呢，我们用补助的方式来处理啊，那生殖能源刚刚已经报告过了，再下一张。那么这里后面就简单报告一下整个的目标，配合这样的目标后面的策略和方法哈，那么除了说高效率的能源回收、污染防治的升级，还有提升处理的效能哈，以及温室气体的减量排减，还有提高发电的效率，这些都在整个的研议的过程里面都是最主要的准备的工作哈。再来就是希望能够取得 10% 的垃圾处理的调度权哈，因为现在地方自治可以说是非常的活跃啊，这个活力充满了活力哈，所以如果说咱若无一定的含地方啊，甲斗三工哈，大概被人拜托啊，有当下有较困难了哈，当然你苦也可能还走了哈，但是大家如果说觉得说这是一个中央和地方共同的事业，在区域的合作方面会比较好做哈。好，那我想，这个厨余生殖能源化这一点呢，是我们一再强调的重点。下一张，好，那整个的脐橙哈，整个的相关的我们分类哈，包括预算，中央就是112亿哈，这是规划的这样的一个预算。地方大概就是50亿左右啊，合起来在161亿啊。下一张，啊，那个从明年大概整个的规划工作啊，然后再从107来慢慢逐步的推动啊，沿着这样的一个时序表啊。下一张，啊，那么在这里呢，比较稍微细分的一个预算的项目哈，在中央的112亿里面呢，准备的工程占64亿，区域合作18亿啊。离岛的转运5亿啊，环保设施的效能提升啊，占7亿啊，大概这样的100多亿哈，啊。那地方包括准备的工程最主要的，占了46亿哈，啊。那其他的部分就请大家参阅下一张啊。那么最后的预期的效益哈，啊，希望能够每天增加处理的效能845吨啊，增加发电3.2亿度，减少碳的排放17万吨啊。取得调度权，一天有1100多吨啊，那相关的包括这样的一个减碳啊，一年1.14万吨啊，透过一些生殖能源的一个建制啊，有这些就请大家参阅啊，下一张。最后呢，我们会不断的和包括譬如说，希望经济部这边来处理主要的事业废弃物。这必须要跨部委的协商，在生殖能源的部分，我们和农委会来合作啊，会来合作啊。那我们在这中间呢，会不断的包括公听研商，包括今天的委员会的专案报告，都能够听取重要的宝贵的修正意见之后，我们来把它修正为更加的完善。希望在大家的协助之下，对未来的垃圾处理能够有更好的方案解决啊。谢谢，谢谢。好，谢谢李署长的一个报告。那我们现在就要进行询答时间。我们每位委员8+2，如列席委员8分钟哈。那有没有问？这样可以吗？哈，10分钟左右哈。那我们10:30截止发言登记。那委员如果有书面的质询，请于散会前提出，逾时就不受理。那询答全部结束之后，我们再来处理临时提案，这样可以哈？我们就应该如果今天询答比较简单单纯，大概也很快可以处理完哈。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原则上中午
希望能不晓得能不能审查询答完哈，如果不行就要到下午再继续询答哈。那我们中午会原则上要休息哈，到十二点半左右要休息。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做询答。那我们第一位是没秀出来，啊侯慈庸委员哈，啊洪委员来请。主席，我们请署长。好，李署长。好，晚上早，谢谢。哎，署长早。署长今天做这个计划的报告哦，这是在这个审查预算当中，其实有很多委员有对这个计划提出一些质疑啊。那也有很多环保团体，他也在质疑说，这跟署长说的这个零废弃的政策，其实有一点不太合啦，有点背道而驰的一个状况哦。那过去啊，这个政府其实一直在推动的是一县市一分化炉的一个政策嘛。那现在其实证明起来，这个政策当初的评估是有一点问题的哦。怎么说？因为现在有24座的一个焚化炉哦，它设计的处理量大概是每天是在24650公吨。哦，那但是到104年呢，这所有的焚化炉它每天平均的处理量大概是17902公吨，也就是说不到18000公吨嘛。哦，那这使用率大概是在72%左右。好，那如果再加上云林跟台东哦这两座没有营运的话，大概使用率大概在70左右。好，那最近哦，其实看到署长的一些发言哦。针对于云林跟台东这两座焚化厂哦，好像有点倾向要启用的这种态度哦。那您现在对于这两座焚化厂的规划的方向是什么？洪委员，其实就像我所一直的强调，垃圾的处理应该是地方制度法里面是县市政府的职权哈。两个县的首长，两个县的民意啊，目前对这两座焚化炉的方向其实也都不一致。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规定你一定要往那走，等于说你若往这个方向做，因为过去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承诺，我们就必须要按照制度 来处理。如果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规定没有达到，那个就还是继续闲在那个地方。也是听不懂呢，还是要怎样？不，就是说，第一就是地方决定，尊重地方政府嘛，那么地方政府他上面是有管理，有自己的主见，管理的主见之后，他就要还一家一家议会报告，我就说，因为现在地方议会对于垃圾的处理也意见也很多，也意见都不同。那两个县到目前我的感觉，真的是那个处理的进度不同，处理的大方向也不一定一致。好了，阿伯，给这蛋姐来呢。刘建国委员应该更猛了哈，所以我只是想问看看你的态度了哈。好，来那个署长，我要讲说哈，去过去10年哦，台湾每个人哦，他每天的垃圾的产生量哦，其实它是一直逐步在降低，你最起码在哈，从0.936降到0.844哦，这是我们看到的资料。那也因为这个资源回收的一个推广哦，所以这个垃圾的清运量，它从0.605哦降到0.378，所以这个其实一直都就是慢慢的在减少当中，这也跟你们的这个从源头去减少这个政策，好是趋势是吻合的哈。像我们慢慢的减少，那到111年的时候，也就是你们这个计划推动到那个时候完成的时候，每人每天的垃圾清运量，你们预估是多少？那个这样的量，我是不是请总队长来，还是处长来说明哈？主席啊，还有各位委员哦。我想清运量，垃圾清运量应该来讲是源头能够分类好，是可以减少清运量，应该是这个最主要了，跟后续的那个处理是没有直接的关系了。那前面能够减少的话，有两个比较大的因素，比如像我们那个现在资源回收机管会的话，它目前来讲推动各邻里的机管能够，比如说它明年预计又可以回收30000吨，我想这个清运量又变低了。第二个，目前来讲我们总队这次的计划里面就要推动厨余的那个厌氧消化嘛，所以把厨余再拿出来，我想它180000吨的话完成，我180000吨又要拿出来。那另外一个，署长最近也来的时候也只是我们嘛，再评估一下是不是来做这个随袋征收。我想随袋征收的话，不管是新北市、台北市啊，在低点实施的时候，可能马上就有差不多2-3成的
降低这个量嘛，所以我想各种烟头减量这三个工作目前来讲是比较具体的。先跟委员报告。好了好了，对，来对处长，这你讲我拢知吼，但是我刚我打到是边问讲哦，你们的评估啊，这个数字可以下降到多少啊？但是你无法多回答我这个问题啦吼。那再来回，我再问另外一个问题是，垃圾的回收率的目标，你们希望达成到多少？现在是啊多少？55。55。对，那未来在111年的时候，你们的这个目标是多少？这个是一个动态的啦，对啦，按目标嘛，有梦最美。按我们的目标是多少啊？我认为如果能够达到65%哈，就是算很高了。好，安内赫，那我们在111年的时候，这个计划执行完毕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垃圾焚化厂哦，它每天的最低处理量会是多少公吨？最应该是说几%啊？因为每一间每一家每一个焚化炉的这个处理量能不同啦。对，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大概希望的话，如果达到80%，80%到90%之间哈，你的量处理的量能，最量能。好来，安内我跟孟杰问的哈，就是总量，如果说总量部分，我要请总队长来说明，好吧？好来，我再问一个问题哦，那我们到时候哈，那时候的一天哦，我们需要的焚化量又是多少？我们产生的焚化，我们送到焚化炉要去焚化的量，大概会是多少公吨一天？我请肖总队长补充。好，来总队长。那现在实际大概是19,200多吨了哈。啊，到时候呢？那现在如果是我们那个厨余可以拿掉的话呢，就是可以拿出来做生殖冷处理的话呢，那大概一天可以再减600吨。600吨。那如果刚刚我们那个处长讲的，就是说如果随带征收的话呢，那这时候看它的成效就会跟着再减啊。所以会往下降了。是、啊。好，来。我也补充一下，就是随带征收的政策哈，即使我们裁员相对比较好的直辖市哈，马龙干布拉。在财力上还是有困难，所以我们才会说，一定要分区啦。因为大台中区吼，较真卡的所在一定会较无方便嘛，较无法度，一定是从老市区啊、逐步的推动，所以那可能都还有一段时间的沟通、协调、宣导，到最后来，这是一个方向。哦、如果能够做到是更好，最好。好好好，我其实打断问一下问题哦，我是想要了解说，你们对于这样的数字的预估、哦，到底有没有做一个详尽的评估啦？但是看起来是还没有办法回答到非常精确哦。那我就要讲说哈，其实我们现在焚化炉的处理量哦，不是不够，是不均嘛，不患寡是患不均啊哈。其实这个我们现在数量都够的，而且还有余裕量，其实还蛮高的。好，那现在像云林现在这个垃圾问题还在吵。好，那上个月桃园的这个问题哦，也差点引爆这垃圾大战哦。那其实我们在看这个垃圾处理哦，其实这个机制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其实历年来都一直在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哦。那你们在这个计划里面有提到说，这个控流调度权要健全这个垃圾区域的调度机制哦。那中央要取得说每天有1140公吨的一个调度量。好，那我要问说哦，其实我对于这样的目标其实有一点点悲观嘛哦，即使地方政府同意，就像署长你讲的，让议会不同意哦，或是人家居民不同意的时候，各时阵的是各吵吵闹闹。好、哦，那我想要问一下，你们怎么样去确保这样的一个机制，在你们的这个运作底下会运作的很顺畅？现在是这样，虽然议会都会有声音，我们这个可以理解哈。但是县市首长大部分都可以了解说，其实垃圾的问题啊，环境卫生的问题，它是有外部效应，它对万一产生疫情的话、疫病的话，其实是会互相影响。所以大的方向，他们还是会尽量和议会来沟通，取得议会的谅解之后，当然，所以我要拖时间。我来妥协，不是讲随个你答应哈啊，有轻重缓急，有快慢，的确是有这个问题。但到最后大部分还是都会互相支援。我所了解的，高雄市政府的陈菊市长、台北市的柯市长，即使议会都有批判，他们也都不断的和议会在沟通，说啊，重视啊，那洪台也垃圾大概要到处理解。但是现在在税修，就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垃圾的先积累。累积之后啊，当个税修料啊，才继续来协助来消化这些垃圾，的确是有这时间差了。
哦，有时间差啊，当然都是爱去招总了，爱去招总、欸。我只要提醒署长了哈，就是其实我们过去一直用补助在换这个调度量了哈、嗯，但是我要讲说，如果地方他又到时候不配合的时候，或者他没有反馈的时候，一定又会有很多问题啊、嗯。我就是再一次的提醒这个问题。那、啊、再来就是好最后这个预算分配的部分哦，在这个计划它叫做建构绿能永续新世代垃圾处理计划，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漂亮，很温馨呢。好、哦，可是这个实际上它 60% 它是在处理这个焚化炉的这个更新哦，那 11% 左右是拿去做这个循环经济的政策推动，也就是你们讲的这个厨余的生殖能的这个能源厂的部分、啊、哦，那。这个国发会他的审查意见也蛮多的哦，他也建议说你们尽量用民间的资金来做哦。那所以这个整个计划这样看起来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调整的空间。那你们现在也在做修正哦，那你们现在的修正方向可以大概讲一下吗？就这个，譬如说这个设备的更新里面，让发电的效能都提高，其实它也是循环经济的一部分哈、嗯哦。虽然不一定在生产能源部分哈、哦，所以我们还是和国发会来沟通说，因为你如果没有给地方一定的补助，其实地方它也出了大概三分之一哦，但出大概将近三分之二哦，等于我们是讲拢无出哈、哦。那最主要地方各地方的裁员不同，像台北市它完全不需要，台北市它因为裁员相当的充足，它的财政的等级算是很高哈、哦。但是如果在南部的地区，所以一方面有时间差、哦、一方面可能又要牵涉到地方的民情，所以我们是期待全部都能更新，但目前是抓13座、哦、目前就把它修正到13座来处理、哦、以这样的方式数目也调降下来。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希望就生殖能源部分能够盖3座，盖3座生殖能源的部分，那就把厨余的部分往这个生殖能源来这方面来厌氧消化之后来发电。好，来署长好，最后我是要讲说，其实我们当然期待说这个计划能够好好的去做修正、嗯、然后真的往这个资源循环再利用跟零废弃的这个目标去前进、嗯嗯、因为其实焚化它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啦，因为这个焚化炉盖下去、哦、其实我们家那边也有一个啦，后里的，所以其实我非常感受非常深，然后就是常常就是民众也是一直在抗议啦，那空气也非常的不好、哦嗯、所以这个部分、哦、再一次的提醒啦，这个修正的部分、哦、请继续努力。谢谢。所以包括那个排气啊，那个各种污染，我们那个的降低啊，那个效能的提升也是重点。好，谢谢，谢谢。好，谢谢洪委员。那我们接下来是李彦秀委员。请署长。李署长。要不要喝口水？李委员早，谢谢。苏定老赞哈，我还是要接续我那一天在预算当中我关注的议题哦来问哦。今天其实这个议题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新世代垃圾处理的一些相关的议题跟问题哦。我也很高兴署长在今年你上任之后，很快的很明确的就对于现在全台湾到底有几座焚化炉，还有地方现在相关的争议到底有几个听说要建但是到底建不建，你很明确的包括澎湖还有另外哪一个不建，有两个你和美和美彰化和美那个小焚化炉，好，两个不建、嗯、OK 好，那现阶段这些你就是要好好的去做税修，好，包括税修也好，包括研议也好，我们要去做更好的评估跟规划跟计划、哦、那我今天关注的几个重点当然就是延续我上一次那一天在预算上面质询我问的哦。今年度台北市帮云林烧了两次大概22,000多吨的垃圾、嗯嗯哦、我 一开始虽然我是台北市的立委，但是我绝对认同我也支持全国性对于必要性之恶、嗯、大家要有共同承担的一些责任、嗯嗯哦嗯嗯、但是我仍旧对于这一次用密件的方式或者只是去函方式跟柯市长去做沟通、哦、包括你虽然说私底下有得到议长的同意 我说我刚才说明了麦克同意了、嗯啊、你就刚不跟你同意，没吧？不，你就是讲只要能够加强分类回收哈、啊，并且有互惠，他都可以支持。
好，那我今天我很清楚刚才所以我当然没有在现场，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哦，到时候再跟议长求证一次哦。但是我知道，书店我知道讲吼，各对一个了知影吼，来，我知道说你们现在有一个草案，就是台湾地区环境保护设施互助互惠支援要点哦，就是说你们透过这个要点，中央可以去协调需要代收的县市跟其他县市来去做互动跟沟通。但是从这个要点当中，我也发现有几个问题点哦，第一。在今年，在十一月，桃园跟高雄两个焚化炉都传出故障的意外。那大致上，署长，你知不知道这些意外的原因？故障的意外原因是什么？故障的理由原因大概就只有两三。你大概知道是什么原因吗？他们当然在调查，但是可以想象得到，一定是事业废弃物里面掺杂了比较高易燃的啊。高爆点的，所以回过头来，署长你很清，我们两个都很清楚，那就是垃圾分类的问题嘛，完全是这样，垃圾分类的问题，完全是这样。所以刚才包括前一委员洪委员说，他可以了解，就是说大家共同承担这些事情，但是你中央在协调的过程当中，你如何去说服民众说？你只是互相接受，但是你没有办法让人家信服说其他需要代燃烧的这些县市它垃圾分类如何去做得好，这个是重点。你现在我以台北市为例，台北市在这一次云林代烧总共有两次，分别是一月到三月跟七月跟八月之间，总共两次烧了这两万多吨。那我们目前 那时候进场的这个车次总共是1074车次，那我们落地检查跟他17%而已，我不认为17%是足够的哦。我当然不是只说云林一定做得不好，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台北市的分类是做得非常好的哦，这个大概是全国最好的一个县市，大家都非常的清楚。那没有落实垃圾分类的时候，热值高，它处理的量相对就会减少，燃烧条件的不好的同时，就会产生代奥心。大家都强调环境的品质是不是要更好，不管它有没有它的纯度够不够，但是相对的，如果燃烧的条件不好或垃圾分类没做好，它空气的品质一定是更糟糕哦。所以即便不到代奥心的程度，但是那还是不为民众所接受的，因为他可能在这一段烧的期间跟过去只烧台北市的垃圾味道就是不一样、哦、我必须还是要再一次讲，因为焚化炉就在我的选区，我非常的清楚、哦、所以如果你垃圾量没做好，我们代烧的过程当中你变成是处罚我们相对垃圾做得好的县市，因为在烧的过程当中你台北市不仅没有受到你这一本垃圾处理计划的照顾，预算虽然台北市够丰沛，但是你预算也编不到我台北市，然后我还要帮忙代烧，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所在。委员，我补充30秒好不好？好，就说就这次的桃园这样爆炸的事项哈，我想这个是本地的垃圾哈，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云林县的垃圾，它都有在做检查破袋，像西螺镇。就是也是要求要加强回收，是的，他每天减少两吨。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云林垃圾怎么来检查、哦、但云林的检查有稽查员力，有在要求，能不能让大家所信服？对台北市民来说，他可能要求的又更高、哦、但是相对台北市这边落地的检查只有17%，到底够不够？你如何去说服台北市的民众说有？这17%到底够不够？你说云林他们有检查的很好，那你能不能说服台北市民？这是另外一回事嘛？哦，那刚才我提到垃圾分类很重要，我也很清楚知道说，我们现在你也在推其他几个直辖市首都也要做垃圾分类，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说，现在需要代燃烧的几个县市，都不是你现在计划推垃圾分类就是随带征收这几个县市，好比云林还有哪几个县市需要代烧？苏定够有哪几个县市？南投、台东、花莲、台东、花莲，这都不是你主要推动垃圾分类随带征收，因为从台北市过去还没推垃圾随带征收的同时，那个量哦，我就因为时间不够多，我就不用去讲那个量的部分。就是说，垃圾随带征收，民众有足够的诱因，我尽量减少垃圾量，垃圾分类做得好的话，我就不用花垃圾袋的钱
去丢垃圾，哦，这个是相对的诱因。那你现在其实很清楚的，如果我们要减少或控管燃烧的品质的话，那我更认为，我更认为其实应该从其他几个需要带燃烧的县市去处理。你刚才讲的南投、云林、台东，这个部分我们就透过各村里的回收站，我们有在做这样的一个落实。我觉得我都很认同，我都认为是你现在是部会首长里面，虽然我们还没升为环资部，但我觉得你是能力最够的一个。我都觉得垃圾随袋征收如果是一个好的政策，全国就应该同时去做。特别是我刚才提到，如果需要带燃烧的县市，我觉得如果可以降低它的垃圾量，那确实如果买垃圾袋是一个诱因，为什么不做？它的垃圾的分类会做得更好，垃圾的品质会更好，垃圾量会减少，这都是相辅相成的一个诱因。所以我希望署长，我时间不多，我就希望你不要只推这四个县市，你就大刀阔斧的，我们就一次全国好好的去做，这不是坏事嘛？垃圾分类、垃圾随袋征收跟拍袋机。我相信这个是大方向，大家都赞成。所以即使是认为台北市已经做了多久，新北也在做。那我们我一直都认为，垃圾随袋征收是在亚洲，在世界国家中算是台湾还算一个不错的骄傲嘛。的确，的确。啊，为什么我们不能？所以我们全国一起来做。因为各城乡的差距了哈，啊，这财政的问题都有。好，因为台北和新北相对，但是我还是希望说，我认同你了，我很肯定你的能力哦。所以我希望这个里程碑 schedule 可以出来。会不断沟通，会不断沟通去。署长，你说不断的沟通就是都是敷衍我的话，我不满意这一句话。我希望里程碑好好的定出来。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正确应该做的事情，我都觉得。不要每一个署长历届首长，我们再沟通，我们再努力，再努力。时程表在哪？台北市、新北市、其他几个直辖市首都都在做，为什么我们全国不一起来做？你如果决定，你若是一个要做事的署长，包括底下这么多人，我都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里程碑出来，让我们民意代表好好的去做监督。另外一个，如果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稽查过，如果烧的过程或抽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说，哎，带燃烧的东西事实上是不好的东西，或那17%，我刚刚讲台北市如果查到的话，他就说好，我拒收。那拒收了，那拒收怎么办？那一样是回到问题啊，还是会发生垃圾大战啊？不，对，所以李委员，因为像云林、台东这样南投都是相对比较生活的垃圾哈，它相对单纯，因为是农业县，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除了那17、18之外，其实它都有目视在看，但我们也不排除，好，像欧洲很多在垃圾场的前处理，就是整个垃圾都先摊开，垃圾都先摊开，把。有的东西就抽出来，署长，这个部分我们现在我觉得上次云林这件事，台北市的市议员都高度关注这件事情，也不排除他们自己有民间力量再去做监督。但是用这样的例子去看其他各县市，未来如果各县市发现说，哎，这个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好，我拒收，那到时候发生，当然这个状况还没发生。如果有状况的时候，你怎么去处理？所以我刚才才提到说，你那个监督的机制必须要做得更好。除了你说他们来的县，他们自己有稽查，但是你如何去说服说送到这个县市带燃烧的过程当中，他的稽查能力量能也是足够的哦，这是另外一点。还有我刚才讲的垃圾随袋征收，我希望你定出一个里程碑，全国都来做，因为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离开这个位置。从媒体上报道说，你可能要去当行政院的秘书，那总统府的秘书长。哦，但我肯定你绝对有这个能力，但是我还是希望你离开之前把这个里程碑好好的定出来，因为我觉得这是对全国、对中华民国来讲，垃圾随袋征收、垃圾减量，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骄傲的事情。我希望这件事情是在你离开这个位置之前，我们里程碑赶快定出来，好好的做好。谢谢，我们都积极和各局长和县市长都在。啊，苏队长，不要这个走之前要赶快把这个里程碑定，这个里程碑不难呢、欸。赶快给我啦，謝謝，会很努力，好不好？会很努力，好，谢谢。那个停役哦，有几个焚化炉该停役的问题，我还没有时间跟你谈。该停役的，你还是要停役。我内湖焚化炉，赶快帮我停役。我们请同仁已经超过那个年限了，该停役还是要停役。我们会请同仁的办公室来请教，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李委员。那接下来是陈怡明委员。好，谢谢主席，我们。请一下那个李署长，谢谢。好，请李署长。
哎，署长早，啊、谢谢辛苦了。那个，谢谢署长哈、哦，今天那个能够针对这个绿能的这个永续，还有我们这个垃圾处理的计划来那个提供给我们一些那个报告了哈、哦。好，那本席呢这次也是希望能够针对一些这方面的议题，尤其厨余这方面哈、哦，跟大家跟您做一些讨论哈、哦。请看下一章。好，刚刚你有提到嘛，哈，我们全国现在有24座的焚化炉嘛，哈，在运转，对，好，有公有公营的有3座，民有民营的有3座，公有民营的大多数了，18座了，哈、嗯，那当然也包括还有云林的那个林内的是公有民营、嗯，但是现在就是好、有很多的问题了，哈，那个所以还没有启用，然后云林县政府好像现在在被他们国赔。赔了很多钱，对不对？有没有40亿啊？哎、还没有，那应该说厂商和县政府之间的官司，对，有核定那样的一个赔偿金额哈。但从中央就是还没有处理这一块，但是因为他的产权没清楚，我知道。但是好像这家公司已经跟云林县政府要求，好像什么对，已经有大概已经付了15到26亿左右，对不对？好，有的部分是用土地的，对，那这些都是云林县民的损失嘛，很辛苦的，哦、很辛苦嘛、嗯、而且还继续还在打官司嘛，哈，好，那先请问一下署长，你知道在24座里面，那个最久的、最老的是哪一座焚化炉啊？对不起，我这个没有，我内湖，就是我们燕秀委员的那个哈、哎，台北市内湖，下一章哈。台北市的这个内湖的焚化炉是81年营运的啦，是老旧排名是第一名啦。其实台北市的木栅还有文山也都各排第二名跟第五名哈。当然还有新北的这个新店跟树林。那看到您在 PowerPoint 里面，其实最后一章你就提到的是各厂研议其成的规划嘛哈，你会给他做一些规划整建，然后逐年。可是我看不懂的，在这个图里面，你们的做法是说。要给他做研议的工程哈，然后你就是梯状的这样下来哈，随着他的到期的年代，对，越早的已经像内湖这种，假设了哈，对，就是台北是梅南环路哈，换内湖一定是第一优先，对，所以他最早到期嘛，对，他最早到期，那你做法你就是要给他研议，然后你要给他升级嘛，对不对？对，包括这个会关掉嘛，效能提高，那个污染减量。好、哦，类似这样是，那个发电量也提高，发电量也提高，哦、类似这些。所以你这样子整个经费总共是多少钱？大概就是罗汉地方的配合款，它160几，中央在112，那地方在49，在50，再加起来，所以加起来就有这么多钱。那在这样子做这个过程里面，像云林县的垃圾，如果跑到运到台北来烧的时候，他们云林县也会编配合款吗？目前因为他还是他会有回馈金给台北市的市民，目前没有办法、啊、当然云林的那时候要加一个，是台北市的这些帮那个云林县烧了大概2万多吨到目前为止哈、嗯、那个云林县县政府他们没有编这个配合款，将来如果他们自己、哦、本来他都有编这个转运费的哈，对，那去年我们就今年我们那是转运费了，我讲的是配合款啊、嗯、那是使应该是说处理费，啊，厨余处理费嘛，处理费。好，那云林县它这个堆积如山，我们刚刚也是在稍微讲了一下它现在的状况哈。那目前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可以解决的方案？其实到诉讼了嘛，像柯文哲市长在讲哈，其实云林县也处理了我们主要的这个，譬如说大型的医院、教学医院的医疗废弃物有很多在，也是在云林处理哈。是，所以那个互惠的机制是大家期待的，议会也都希望，其实也都在做。是，哦，这一点也必须要对这个要大家也要医疗废弃物的这个焚烧是在云林。有一部分也相当大部分，所以是台北市的会要运在原厂的那个日友哈、我知道，可是像台北荣总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焚化炉啊，医疗废弃物啊。过去当然各大医院，他们自己有个大烟囱在，过去在医院里面，过去的大医院台大荣总都有、都有啊。但是现在主要如果他们能够这样专业的处理厂，它的那个温度比较高，是啊、整个处理的设备都比较好，对，其实是比较专业的。好，那再问一下哈，因为你们的政策里面在离岛，你们是说是怎样？是都是用运送到离岛目前那个我们的内陆来？对，我们现在多元处理，多元处理就包括离岛没有办法自己盖一个小型一点的，那个就说不到规模经济，
不让它的规模经济的话，它的效能不高，效能不好啊。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因为离岛嘛，哈，尽量大家都是观光。那你不能再小做一点的，符合 cost effective， 就是那这样你又可以省下运费啊。就是目前哈，对、啊，就是说如果它运费，你可以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像台北荣总他们那个医疗废弃物的那个大概要花多少钱？如果医疗废弃物的这样子盖都可以处理他们整个医院的医疗废弃物。那难道不可能用比较低阶的，然后在离岛也可以盖，就可以免掉运费的问题？目前就是说，普遍的认为哈，盖这样的一个焚化炉，尤其是家庭的这样的垃圾的焚化炉，在离岛是的确是不符合规模哈，不符合规模。这钱是因为那你运的时候就符合规模，在两害取其轻，在全部的比较之下，那金门的垃圾都是运到哪里去？也是运回到台湾来。对，哪里？那我们哪一个焚化炉？高雄的焚化炉是。但是我们在离的是底家啊？为什么陈菊都不讲话？不，柯P他讲话，陈菊都不讲话。就是我们高雄在这个大林埔那边也是有两座焚化炉啊。菊姐也受到很大的压力啊。是。他也是觉得说是全国是一致哈。对。所以金门其实我们有推低碳岛，澎湖的低碳岛。那大林埔离岛都是有先做回收，那时候焚化炉又在那个地方，就雪上加霜嘛，对不对？大林埔之前不是有个政策是推动是一箱或一镇一县一县一焚化炉嘛，对不对？之前是这样的政策，对啊。后来发觉说，我们整个环保意识提高，大家其实垃圾减量很多，分类很多，对，所以就不需要。我们整个所以量减少，那有些县就要 suffer， 有些县已经有焚化炉要继续就是延役，然后没有县的你没有焚化炉的你不推动让他们自己有。云林县下一章，你说林内乡的这个焚化炉现在有这些诉讼，然后最高法院已经判说环评败诉嘛，哈，所以他现在就无解。在这种状况下，当然一方面在打官司，可是一方面云林县的垃圾也还是没解决。那如果林内乡有这样子的问题，那有没有可能可以辅导云林县再去另外找个地方，然后就是符合他的这个环评，好好再做，因为你还是必须要处理这个问题，不是说等，因为诉讼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嘛。下一章更不要讲说。Not in my backyard， 每个人都说不要在我们家后院做这些事情，没有一个县愿意嘛，对不对？可是现在全国已经有这么多的县，已经有24个焚化炉在做嘛，哈，所以是不是有可能应该还是必须要推动这样子的概念？因为现在刚刚我也听到您跟那个就是像那个我们那个严我们的那洪委员啊，洪承恩委员，他也是问到很多的问题，那你都是说。这个没有说一定要每一个县都要有，然后云林县，可是云林县的问题就蛮严重，对不对？那你现在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那 in my backyard 没有人愿意在自己家里后院有什么，但是一个公共的政策当然必须要去考虑到最大利益，尤其是你也讲说，你跟洪委员就讲说，这个让云林县自己去解决，我觉得这样子讲话没有高度啦，因为你是署长嘛，哈，将来可能变部长，你的高度应该是说有没有可能是必须制定一个全国性的一个政策，每一个县你们自己要去思考怎么去解决你们这个县，你说尊重县的自治，但是你的高度要够，要告诉这个每个县的县长说啊，还有县议会、好市议会，你们要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互通有无，这个是可以，但是这个是暂时性的。你还是必须要每一个县要处理自己的问题，要不然的话，垃圾随带征收也是个很好制度。很多制度可能是 bottom up 啊，例如说台北市已经先做了垃圾随带征收，做得不错，可能将来会推动到全国。那可是接下来的可能这一个焚化炉的问题，如果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是不是应该要由环保署有一个高度，请各县市必须要想办法。自己要想怎么样去解决问题，不要一直出现 not in my backyard 邻避效应的这个问题了。下一章，好，那当然，厨余是一个发电的，是以现在好像也是这是我们的政策，你们要做嘛？我们要政策，对啊。可是如果你们要做，为什么之前魏国彦署长说这个是不符合成本效益呢？下一章，好，你们说要做，可是
之前的那个计划，在巴黎的这个计划就停了嘛，对不对？花了很多钱盖的，在巴黎盖的这几个，其实有点像地标了啦。可是大家经过要去十三行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个，然后就在我们的那个淡水河旁边嘛。对对，那个这个就那个计划试验失败哈。那我现在看了荷兰，你觉得你我看了荷兰，看了德国哈，我对于生殖能源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哈。我知道为什么魏国彦他会觉得这个东西那不符合成本效益。我不太清楚当时是、啊。你必须要了解呀、啊。有我们对对有钱我们同仁、哦、去做检讨。是什么、哦、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觉得不符合成本效益，如果你都不知道人家这个前任的署长为、的意见，那你怎么知道你的东西就会成功？你们告诉我，我认为哈，他当时是不是有做好那个技术，就是污泥和处理之间的处置哈？大概没有处理好，不是吧？是这个理由吗？我记得他是讲说，因为很多我们台湾的厨余很多都是很多的 fat， 很多的这个脂肪，它所以会堆积嘛，堆积之后就塞住，塞住之后你这个沼气也生不出来啊，跟国外的这个厨余不太一样。脂肪消化应该它的能源更高。对，但没有，但是他的当初的想法就是说觉得这样是不符合成本效益。当然再加上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很多的厨余其实已经被养猪户买去了啦，所以可能也没那么多的厨余让你做这件事情。那如果这样已经是这样的趋势，你怎么确定说你将来要花这么多钱你要再盖？请问要盖在哪里？地点选定了吗？台北市听说要盖嘛，对不对？对对，台北市有说要盖哈、欸欸。所以你支持柯P的这个政策？我支持，你支持？好，我支持。那因为现在的技术，他今年五月就会选址选定了嘛？现在的技术其实是可以处理的哈、嗯，差不多都没逼啊哈。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刚刚委员讲的，那你知道地点在哪里吗？我台北市的地点，我要尊重他们哈、哎，他们在选址，他们有很多考长都不，他们有很多考量。这个如果是一个 pilot program， 如果这个厨余沼气这样子能够甚至能源能够做得起来、嗯，你又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model，、嗯、你当然要协助他嘛，从中央去协助他。因为我看好不好，欧洲的这个技术非常成熟。那个我们的养猪的部分，我跟你讲说，因为魏国彦署长说，台湾人的吃的东西跟欧洲人吃的东西，厨余产生的这个脂肪的量不一样嘛，嗯、所以他当初担心就是会塞住。有生厨余、熟厨余哈，对，我们那个熟厨余有一部分是养厨余的分类，你必须要做好。但是我们大概还有。大概我记得还七成吧，还七成是还没有处理的。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有这些问题啊，最后一张了哈。好，我们会追踪。所以我建议啦，就是请署长了哈、嗯。很重要一个部分，全国垃圾调度的准则是你们在制定的、嗯。好，那现在没有到一线这个就是那个焚化炉的状态，是不是要变成一个 policy 一个政策？你要延续这个政策来走。如果要的话，可能就是要去协助，要去协调每一个县的县政府啊，市政府必须要关心这件事情。即使云林县有这样子的状况，苏志芬署长啊，县长之前他停下来，现在李进友县长好、啊、就让他停，但是是不是可以有一个积极面？就是如果林内那个因为环评已经好、啊，最高行政法院已经也是判他环评败诉。那是不是另外他必须在另外找个 location， 还是有没有办法再重新做环评，对不对？因为环评的原因是因为他是说，因为跟这个他的林内的这个水资源部分在什么上风下风造成的问题嘛，哈。那所以这个需要再去请署长，要以你的口，你也做过云林县的副县长嘛，对不？所以你知道那个问题，但是更应该要把它解决，不要让它变成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到最后 suffer 的是云林县。suffer 的也是台北市的市民，因为你就都运到我们这边来，都运到台北市。我们将来还是希望区域的哈，包括嘉义也有往有倒修了哈，尽量在周边，不要垃圾运很远哈。对呀、啊，啊，也得嘛浪费能源。我们尽量是希望能够区域来处理，县政府或市民也是会有意见嘛。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研议哈，调度权的区域，那最后当然就请你检讨一下这个厨余，可以这个。再生能源政策总是要确定好柯P的政策，不要这是我们重点，好不好？我们重点，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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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谢谢。谢谢陈委员。接下来是刘建国委员。我你们代志哈，爱讲者，来，来刘委。谢谢，感谢几位哈，咱请苏长者。好，李署长。好来。OK。
看两位后那个总队跟一起来好了。解这个整个状，哎，老委员老赵，哎，苏立老赵，没我想因为等委员你家阿多啊，李委员弄特别讲到婚姻这个婚老的代志的吼，啊，我想这可能大家来会议这里吼，会议这里一关系一婚老是你民国几年定定的啦。哎，几十几年前开始起焚化炉的时阵的政策啦。啊好，好，啊，迄阵时候就管起就焚化炉嘛，对不对？啊，迄阵时二十几年前定这个政策，当然不是输掉你啦吼，但是咱就来检讨较早就对吼。好，啊，定以后是决定是要以全国起几座？三十六座啦，三十六座嘛，三十六座。我印象中是三十六座。好，啊，经过几冬以后，准备二十六座。他十冬后吧，十二年哈。就差不多在来个郝龙斌书定的时代，哈、哦，书定的时代哈、哦，开始新地都填起来，啊，就检讨，所以迄当阵就伊迄、那个最后是二十六座嘛。好，无紧啦，所以二十几当前决定一关市就分落咯，全国要起三十六座，经过一冬以后，重新检讨嘛，吼、哦，再起二十六座嘛，对不 对？好，啊，二十六座，即马开始有你应付咧，是不是二十四座？对，好，啊，先啦，你这十二冬内底三十六座。啊，总去减十座，伊理由是啥物？我相信，我感觉爱肯定咱规个台湾人环保意识提高，生活有了解就爱回收。啊，感谢这婆婆妈妈，啊，包括垃圾不落地，实在讲做个足好。啊，变到最后全国即卖对这即款的环保的代志吼，拢较关心，所以垃圾整体减量。OK， 好。啊，这里三十六座即款是一股热咯，是毋是当当时的二十几当前的环保署所定定的政策嘛？是，对不对？好，是就是。就是刚才讲，迄当作垃圾大战，你嘛会记个？古早迄当作点了，我加农农做一本事吼，啊，所以就处理，啊，但处理时代改变，当然，观念会改变，当然，啊，大家生活品质提高，所以拢改变，所以这种进步，所以咱安尼减少分了，我感觉是对的，对嘛？所以迄当阵并讲，应该是讲分化为主啦，对，掩埋维护啦，对，就是尽量卖过掩，卖过做掩埋啊嘛，吼，早期是掩埋，早期是掩埋，健康，啊，就迄个时间要个变倒过来嘛，吼，对，啊，就是减价，对三十六座减来个村，今年减十座，这其实减三分之一啦，吼，对，减三分之一，诶，杨委员，你书定派来啊，嘿，无你来能讲诶，好，开始咧，感谢，第二我见啦，无因陪我嘛要去啊，嘿，嗯，你再来去讲者，嗯。所以啊，我即要讲一句讲，好，你迄个三十六座经过十几冬以后检讨，剩二十六座，但实际上英文也四座嘛，对不对？吼，啊，佫有一个两座嘛，啊，一座台东座，因即马大家拢计清楚啊，一座就是台东嘛，啊，台东即马是甚物阵营？吼，啊，另外一座阵分里面拿来嘛，啊，即马是甚物阵营？是苏丢简单讲一下好啊，简单讲一下。即、这个台东咧，因为即个风台我顺较真厉害吼、哦，啊，所以咱就讲风台顺的注定派去，地势就要加起，会去南湖海底优先，哦，都先斩后奏，我恁都先甲修理啦，啊，钱后壁再我那都来装啦，吼、哦，这是第一项。但后壁要搁运营运吼，要包括加起还搁更新，哦，种这代志吼，即卖迄个应用离岛建设基金。计划安尼，啊，县长在争取到县议会含县民的支持。县长正讲是讲有争取到即卖六成的支持。不是，所以我意思，我是讲，咱迄阵时阵三十六座减十座，剩二六座嘛，啊，二四座你英文嘛，对不 对？啊，同一时间等于是二十六座啊。啊，台东人就迄座的身份，第迄个环保署赋予的是啥物任务嘛？二四座就是任务了，开始烧嘛。对。哦，啊，剩两座，一座是台东，一座当然是任务啥物？啊，拿来是佫对有甚物证？简单讲就好啊。Okay, okay. 拿来证，简单拿来就是环评无过、啊是嘛，所以规个代志拢停了遐。是啊，拢为民间银行、管政府诉讼。虽然足拍平诉讼来讲，都判政府输、管政府输，啊，所以即摆开始赔偿，应该赔偿一半较加一出来，包括一个土地用扣啊，啊就停了遐。哦，即摆迄个机器拢停了迄个所在，三款佫无清楚，即是。但当时因为咧处理做，包括三款处理。一直甲试营运会使运作了后，啊，因为落尾就是讲，因为啊，这个高雄、台、屏东会使到处理哈，啊，所以想到迄个所在就备用，备用，因为以前想备用，对吧？对吧？伊新闻号做备用嘛，对不对？啊，拿来这个因为三坎无清楚，完全无得用，好、哦，无得用，伊是用环评用撤销嘛，未当用嘛，吼、哦。啊，其实拄啊，等于讲是甲你请教这个问题的时阵，伊是讲。
像你对我嘛安尼讲，讲叫做背向啦吼，其实不是背向啦，这是两组吼，就是迄个承包的厂商甲国林管政府仲裁啦。仲裁。哎呀，啊，仲裁结论是29.5啦。爱付回这条，对，也成本啦，好不好？对啦，应该这样回事。系啦，所以讲起来是仲裁，啊，去昆仑泉州当然爱去用买倒回来嘛，吼，唔是讲背这抽象啦，简单讲，啊，但是这看起来面就是都要像苏律所讲讲，因为伊反平无过嘛，就算你即摆要互伊英文就对哇，真歹势，要启用连启动反平机会都不大了啦。简单讲是这个样子嘛，对不对？一定要先经过迄个啊，是嘛是啊，有启动环评才有启用焚化炉嘛。但是连启动都很困难。好啊，我即摆阁简单讲就讲，台东这个就恁可以先了，就备而不用。恁编的经费、建设摊提会、操作会，每年都逐一到位给他们嘛，对不对？好，那我请教一下，现在台东如果说你决定了，你备而不用四个字拿掉，你要给我启用，你今天宣布，我请问一下，他什么时候可以正式焚化？垃圾可以正式焚化多久？所以这个技术面当然专家了吼。是啦。但至少机器爱为胖来损先损嘛吼。对。现在这几档都没用，地势的先先种种的有小故障的所在拢爱损得好，线路爱拢砍得好，卖发生意外。我相信至少爱弥补。爱弥补嘛，哦，至少嘛，对不对？所以讲弥补嘛好。而且有些问题来哦，迄个有做备而不用，咱环保署过九年，甲建设摊提会达当合一，乔作伟过合一。啊、要求伊是爱处于备而不用的状态嘛？刚刚讲，叫你讲苏六，伊袂当会生，伊袂当生身呐、啊，伊袂当有线路问题不啦？我再讲好假设嘛，因为你叫备而不用，你毋是无钱给伊呢，你继续钱给伊嘛。所以你每一当环保署，爱个判件看讲，你有没有符合我所讲的备而不用的条件资格嘛？意思就是随时可以用了，对嘛？但是你即摆老公备而不用，我要叫你用啊，今仔宣布，歹势爱个当半。但是是保守的估计呢，对不对？最主要是风台的损害也有啦。好，风台的损害。啊，恁即摆来回讲，回到倒来讲，拿来就好，就趣味啊嘛，对不对？台东备而不用，台东补助钱给伊。那即摆要继续，粪扫会当进入入去收的时间，保守估计年半，甚至超过两档。较早总队长是讲，保守是两档啦，无紧，遐无计较啦。啊，你甲看嘛，那要简单讲倒来讲，分里面拿来分化咯，即款的当时才会当真正。去启用，唔知时间啦，吼、哦，唔知时间，所以我无清楚。足侪人你讲，是咱离婚人有家己一个本事，啊，你若唔收，啊，咪要收。我这个问题，吼、哦，这必须要甲大家讲个清清楚楚。啊，迄阵唔是赔偿，迄是仲裁嘛。啊，现在去创到尾，会去仲裁。啊，你都歹势啦吼，因为迄个罗水溪台湾的保护，甲清水溪的教会处离婚里面拿来，啊，阮的焚化炉都要去设定你的所在。啊，毋是甲迄个水源头搭口的所在边啊，佫有一个叫做井水呛。啊，这个井水呛离焚化炉直径1.8公里，当当时要设这个焚化炉，一进前，人水利署、主要水公司井水呛的预定地落去遐，包括基础万拢总创的啊。结果地方政府咧做环评，既然甲井水呛甲砍掉，是安尼通过环评的呢？无怪去用撤销嘛，吼、哦，这理由简单够长，咱来够清楚这第一，好、哦，这第一点，第一点是安尼啦吼，多我想大家拢会顾地方吼，我想不止啊，不止李伟来是陈委员，哎，笨手，唔好对我这来啦，啊，对我这来，哎，阮台北市，哎，垃圾分类吼，清清楚楚对哇，吼、哦，但是我必须要甲大家报告吼、哦，我是民国90年哦，我是87年做地方的代表，90年的时候可能管。哦，首善之区叫到期，就开始做垃圾分离资源回收了。吼、哦，伊当时到期的粪扫一缸是80吨，做无一吨哦，做无一吨，吼、哦，剩50吨。我唔对，都拢是还佫分较正油，无分较正清。但是伊要做一吨，80就剩50。吼、哦，啊，即摆已经105年啊，经过15吨，我相信分离官民对垃圾分离资源回收应该未输北部人啦。吼、哦，这第一点。地点对吧？吼，拿来咩？分林拄着垃圾诶，这个问题时，伊毋是甲拜托台北市嘛，署长，都你所讲嘛，对吧？吼，加起满四个，对嘛？所以包括各级遐嘛，都到处。对。啊，每一个人，你营运管理这个分化路，伊着要顾迄个路啊，吼。所以伊对收业粪扫，伊绝对清清楚楚爱去做检查嘛，吼。我要甲刘李委员已经先离开啊，吼，我是要做清楚讲。拉来有两台车，两台喷射车，
再去到宜兰去烧。你敢知？你遐个检查几点钟？检查五点钟。两台车甲检查五点钟，甲冰五支、七六支的保特瓶起来。也就是讲，也就是讲，今仔毋是甲台北市的焚化炉会严格去做这个处理嘛吼？其他的焚化炉，吼、哦，伊其实上伊嘛要过夜炉啊，伊嘛袂当我你又袂创。但是这毋是问题的所在啦吼、哦。我是要做清楚的讲，我做早讲，台湾的政府你规定讲规范政策讲一罐子一焚化炉，但是各有去想到无？是那大家啊，各有去想到讲，医疗废弃物那有？有部分啦，吼，咱莫讲绝对多，讲部分嘛创来分林，所以分林早落一个焚化炉，佮专门咧处理可能高污染的事业废弃物。2002年 SARS 台北市的医疗废弃物只有2万分林，迄当阵就一撮啊，吼，啊分林唔是佮一撮尔呢，佮包括六坑嘛佮一撮，分林管遮偌大个面积，偌济人口，政府咧讲一罐市一个焚化炉，歹势。拿来卖省，我有两座啊呢，好、哦，我有两座啊对，啊，我你两个收啥物？粪扫，我唔是收台北市即马咧收的家伙粪扫。那如果家伙粪扫接受分林关的家伙粪扫来收，啊，分林人你不要分类，分林人你分类收台北市，啊，你这个粪扫可能有问题。啊，我听啊，真正足艰苦的啦，吼、哦，因为台北市的分林人同乡的对啊，所占的比例嘛要求济呢。40几万，老我补一句哦，人瓜市长在议会即款专案报告，人以后肯定分林有处理台北的这代志。是嘛？是嘛？所以我这点咱必须要公平讲。啊，分林不是靠处理高污染的医疗废弃物，你看，这多少，我陈永公说过，我最近改讲，严重一个你毛你做处理的吼。但是我这只数据讲，台北市总共3,617家的医疗医所。2015年，三星的中生物医疗废弃物总共是6,191吨，全部委外去北管区处理了，因为台北市有做林业埋啦。啊，你敢知影？分林的粪扫提去台北市，提去嘉义县，提去都去烧掉啊！我那个有所回报呢，啊，落回报小小抵债对哇？我那个车转来，我那个车转来，但是台北市把这粪扫再去北管区委外处理对哇？台北市既然唔免把这收沙的地渣提转来台北市回填呢？台北袂哈，台中拢。环保署政策袂当安尼啦。好，环保署，即摆我无你甲台北计较，我即摆是搞要单纯一个沟通一个观念。讲分林人垃圾分离资源回收嘛，做十几吨，吼，大家拢珍惜地球啦吼。你若看焚化炉，拿来焚化炉，当然是伊签的，迄个再一个较狠，当然是一罐是焚化炉。它是从公办公营变成公办民营，变成民办民营，为什么会有这种转折？为什么这中间有这么多的弊案？很奇怪，为什么焚化炉要去签保证量？云林县现今的垃圾，全云林县哦，好，一天可以产生垃圾300多吨呐、啊，我记得是这样。我们当时的地方政府去跟人家签保证，一天600吨的。这个。老委员，咱较公平讲啦吼，是，迄个时阵去初期咧去的时阵，粪扫当然较济啦。当然，好啊，但是因为那就讲，迄个初十年都已经降几啊，30%嘛吼，所以分林嘛一直进步，对吼，所以这代志咱咧在协调时，一定拢有讲互相的贡献。是啦，但是你话讲，我拄话唔将，你会当查清楚，拿来分化炉签订的合约。签迄个保证量，迄当阵是600几，对，600吨。啊，迄当阵是民国几年？迄条都唔对啦。好，对嘛，迄条民国几年？啊，我拄仔讲，分林关的倒落去90年，民国90年就开始实施垃圾分类，吼、哦，啊都是不落地啊、哦。所以伊是咧90年以后才去签的，迄当阵已经开始咧降啊，粪扫量开始咧降啊，啊六千毛处理部分，未了代谢粪扫，未了代谢对。所以那有可能去签一600吨？你600吨，即马一天拿来分化炉，一旦营运啦吼，一天烧300几吨，赶快来付600吨的钱就对了。这对分林官民那有公平？所以这座是那无在烧，有几项的原因嘛吼、啊。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搞掉了吼，所以我拄啊吼，其实想是真，前辈讲你要来调向安尼做处理了吼。啊，你的建构绿能永续新时代垃圾处理计划吼。真歹势，我拄仔本来是要搁听较详细对，但是，这总共开112亿，你拄仔用15分钟啦。
十分钟，多我一分钟哦，多我七亿时的计算。啊不，啊，咱时间就宝贵，交易，交易，安尼都已经做做卡自闭啊。是啦，是啦，是啦，是啦。但是我是要讲，我是要讲吼，我是要讲，阮吼有一挂委员有一挂意见啊。我伫报告，咱伫详细报告啦。啊，费清华也要背掉对，我又再提修正动议了吼。也就是让，因为你刚才一直回答说地方很有活力。那你要去跟地方协调这个垃圾处理问题的时候，地方议会有蛮多的意见。我真的是要正本清源，回归到当时新建这些焚化炉主要的目标是要焚化什么垃圾。如果今天然后回归到全部通通处理家务垃圾，你知道现在24座了，你也不需要再花112亿了，更新什么设备也不用再去研议的了。因为你知道30%到40%弄修上面喷手，不是修那个家务垃圾呢？这个大家为什么不讲呢？啊，环保署怎么没有能力可以去处理呢？对不对？所以你播出，你有萝卜和人，你绝对有棍啊嘛！啊，这个棍啊，到今嘛都开始修法啦，吼、哦！等，当然要未深度，但是唔免大家修啊。其实那一四六较早人无在做啦，那一四六你绝对有在做啦。绝对有在处理啦，所以咱南投分院有做一定的处理嘛，就是呢。是啦，所以我要安尼啦吼，处理是不是每年交月十七，什么日子你知无？每年的交月十，哎，交月二七。交月二七，我不了解，委员的意思。除夕啦，好，今麦放啊，你处理的时候，我什么新闻就对啊。咱两共故乡啦，系啦，我希望招你回来团圆啦。啊！但是要倒来团圆以前，对吧？爱甲遮所有诶，吼、哦，婚姻观的笨手，甲全国即、這个、即、即、即个问题，对吧？吼，笨手相关问题处理好，会当遮失败，对吧？咧啦，我们光荣回到故乡，一起来好好团圆啦，安尼好无？多谢啦，哈、哦，多谢。无啦，好无啦，伊阿讲好无，嘿。你真少请我咧。啊，你实在。你要请我，敢就甲公开讲。你讲真话，你无啦，你要处理好，我怎么请你呀、啊？哎呀、啊。好啦，谢谢了。好，好了。好，谢谢刘委员。我们接下来是蒋万安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是不是可以请李署长？哎，李署长。两位同仁一起，谢谢。啊，江委员，早。署长好。好。今天啊、哦，这个报告的是关于建构绿能永续新世代垃圾处理计划哦。这个计划、哦、其实我也详细看了哦，那写的非常的文字啊，用字遣词啊，非常的好啊。那包括今天提出的书面报告，这个图表也非常清楚，一目了然。但是啊，我想追根究底哦，基本上啊，这个题目哦，绿能永续新世代哦，这些字眼哦。哇，真的非常吸引人哦！可是说穿了，其实就是要经费，让这些焚化炉能够延役、哦、升级。所以，我想在报告里面也提到，其实，在2003年，当时、哦、政府就有一个政策，希望能够零废弃，而且未来不再新建焚化炉，哦，适时的让焚化炉能够除役退场。但是很显然，我们看到这整份报告，其实我想跟署长说，跟环保署的同仁讲哦。不是任何报告跟计划、哦、上面的文字关上新世代绿能永续、哦、就可以很容易说服人、哦、那说穿了其实就是要焚化炉延役啦、哦、那延役呢就是让它在平均大概15年、哦、这些其实基本上啊目前24座嘛超过15年的已经有19座、哦、那所以我想请教署长啊环保署身为主管单位、哦、你到底有没有一个完整的规划今天如果经费给你了，你让这些焚化炉继续延役，说得很漂亮，说你要一些技术能够升级啊，能够更环保啊，然后能够这个未来啊减少污染，而且达到循环经济的效果。可是你就是让焚化炉继续延役下去嘛，一直让它烧垃圾，啊，产生的这些不管是有毒的气体、带奥星啊这些底渣、这些污染物，其实民众是没办法再接受。所以这一部分，署长，你告诉委员会，到底你们完整的规划，今天如果延役了，后续你有什么完整的退场机制？真谢谢委员的指教哈、哦。委员大概重复
大概四五次焚化炉的研议，我到焚化炉去看，我看我们操作员在那个地方处理这些垃圾，我在想怎么样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这是一个伟大的工作，没有人要做的事情他们在做。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让他的，比如说他处理的这个能源的效能能够提高，真的达到循环经济这个概念，这第一个。第二个，电能提高之外，污染 也减少，让他的工作环境提高。就我们真的是往这个方向说，哪一天我们是不是能把焚化炉这个三个字给它改掉，说这是资源回收处理的设施。往这个方向，大家往这个方向，然后就同时全民呢，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继续往零废弃的这个目标来努力，因为这个必须要大家像日本的某一个村庄，垃圾分类到24类到34类。好，署长，所以我们很期待这样做。好，你可不可以明确告诉本席，好，到底未来今天这19座，我们让它延役之后，什么时候可以除役？我比如说，我们这样看。这个资源回收如果达到65%、70%，那么我们又可能又再可以再减少10座的焚化炉，好，往这个方向，包括然后生殖能源生出鱼、熟出鱼都在到新的3座的生殖能源，但是这要一段时间，多长时间里面？这段时间，毛毛鼠有没有估计？在延役15年这样来处理，这中间包括在这个过程里面，所以15年之后基本上达到目标就可以除役。我认为部分可以除役，部分比较真的设备非常老旧的哈，再继续延役还是提升，已经不达不到它那个效能。我认为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企图心，要让继续部分的焚化炉继续退场。但是这个中间包括事业废弃物的处理啊，相关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也一定要把这个负起这个责任。好，署长，谢谢。所以这个是相对的，对，我相信朝向循环经济的目标，让这些如果让它延役，真的能够技术升级更环保，对，没有问题。那这些部分还是老旧的，我希望马上能够到达一定的标准之后，如果我们还是慢慢让它除役。所以我们预算是这样编，如果你譬如说你的这个处理的能量啊，还是说产生的能量没有达到一定标准，你的废气的排放没有降低到一定的标准，我们是不补助的，我们不补助。所以这个虽然是有这样的一个整体目标，进入那个补助的细项，我们是一项一项的啊，包括有没有区域合作，有没有要配合，不配合的我们也不补助啊。好，所以这个方向我想没有问题了啊，大家都有共识了。可是我想跟署长沟通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焚化炉哦，你让它延役的确哦，目标是希望能够哦更环保，让它能够这个达到循环经济，但是一直持续这样仰赖焚化炉一直烧垃圾，的确也是造成了很大的污染。我想这个署长也了解，所以在你们报告你们的这个处理垃圾的两大主轴，源头减量，就是所谓垃圾减量了，资源回收嘛，对，哦，那我们就来检视垃圾减量我们具体的办法是什么。署长之前也公开说了随袋征收，这是你们具体的做法。所以的确现在双北台北市新北市目前的实施下来是非常有成效，平均就台北市来讲，这个数据每年原本在实施前的这个垃圾生产量每天了2900公吨，实施垃圾随袋征收，马上现在每天降到1000公吨。好，新北市一样。好，那台北市这边，所以每个人平均每年对于垃圾袋支出，从之前1000多块、1200块，平均降到300多块。这是有显著的成效。新北市一样，也是2000多，大概2000多吨，2500降到1300，每天的垃圾量，而这个支出也是1100到300多块。所以我想大家也都沟通也都讨论很多，是不是可以将这个垃圾随袋征收的这个做法适用到其他县市。民国79年，我跟署长说，那时候也是因为焚化炉不够造成垃圾大战，我相信署长了解。对，所以当时其实就有声音出来说，我们要来赶快做资源回收，垃圾减量，让垃圾能够真的减量，我们就不需要过度仰赖焚化炉。所以那时候这样的声音起来，台北市首先带头，新北市后来跟进。当时很多的顾虑是说，基于一些其他偏向的地方，可能民众接受度不高，
可能民众生活习惯，他不太愿意多花成本这样的一个负担去购买垃圾袋哦等等，所以再加上25年前的时候，陆陆续续在新建焚化炉，所以民众就眼不见为净，哦，鸵鸟心态就觉得说啊，就让他这样子来处理，继续焚烧垃圾。可是现在双北实施很好，不断的环保人士也在说，随袋征收是一个好的政策。署长也出来公开宣示，这是你需要具体做的这个一个推动的一个计划。所以我想，虽然现在已经晚了，可是也不迟，还是要马上来做。Never too late， 署长，我希望在你任内赶快来推动，做一件这个政策，把它推动好，要有魄力，署长。虽然说，我想你的沟通协调能力没有话说，很多外面也在传说你可能要高就哦，但是我希望在你环保署任内把这件事情推动好，民众会为你鼓掌叫好。所以我想也不是说完全将双北这样成功的模式就直接套用到其他地方去。我想随袋征收这个政策就各地因地制宜，对对对，哦，也还是要有新的做法。但是随这个因地制宜，然后分段。分区的哈，比如说有老市区和高雄县市、台南县市、台中县市，这个有很多大片是乡下地方，他的做法可能要稍微调整。对，这个所以必须要逐步的尊重地方。稍微调整，我想没有问题，因地制宜。但是这个车子要赶快开出去，署长。所以我想问的是，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赶快在其他县市环保署身为主管单位，赶快来推动？我们希望明年至少有一个县市哈。可以来接受这样的一个制度啊、哦。明年只有一个县市，不，至少先一个嘛，起不来。我还是要和地方政府达到一定的程度。署长，我觉得我们太慢了。我们有没有可能，我们另外其他四个直辖市先来推行？我想，因为台北县市的这个财政的确是新北市和台北市，现在叫新北市，的确是有比其他县市好哈、哦。这个整个垃圾用垃圾袋来处理啊。其实它的垃圾的处理费用是减少的，家户的付出，因为它现在是水费征收嘛，理论上啊、哦，但从县市政府的角度，它的经费可能会减少，会减少，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和院这边也来协调一下，怎么样来协助地方政府这样的一个财政的问题。所以署长，我想明年至少一个，我们希望、每年一个，要等到什么时候啊？不，这个东西是这样。大家这个理念观念都越来越进步，一旦有人开始启动说，因为台北市当时在推也是宣导了相当多的一段时间，经过几年才落实。署长，我想今天听到你这样讲，要魄力啊！我们不是说要你马上，其他县市马上推行，至少直辖市可以吧？79年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呼声，现在20多年过后，我们这些县市也都升格了，都有相当的资源。对，不是说让双北的这个模式全盘套用，但是这个方向是确定嘛？谢谢，对不对，署长？嘉伟，你讲的的确没错。其实这些县市，大家也都了解这个是正确的方向，所以他们也不是说反对，他们就说啊，财政的相关的配套要配合之后，然后因地制宜，哈。就像刚刚我们讲的，老的城市，一些直辖市是原来有城市在扩充的这个相关的县加起来，所以它那个城乡的差距的确是必须要做因地制宜分时来处理。哦，这一点呢，我相信这个方向大家应该是认同的。哦，但是配合各地的需要、各地的条件，然后我们希望大家和院这边呢来协调，如果他因为这样而损失的财政呢，能够来协助处理。还是多支出的财政呢，来协助处理，在前几年的这个阶段。署长，环保署哦，或是你们委托相关的基金会也好，做一些研究，针对各地不同县市哦，他们不同的状况，研一些新的做法哦，或是相关研究说双北，我们现在马上在做，哦、对，已经在做嘛，马上在做啊、哦，研究相关的配套措施哦，怎么样让民众可以接受？嗯，哦，我想这一点，那重点是说，到底什么时候？你能够研究出来哪些县市可以马上来推动？我想，如果照署长刚刚说明年至少一个哦，其实民众是很难接受了哦，实在是太慢。至少，所以不是说是不是就一个了哈？我们来努力啊，好吧？我希望署长要有魄力，要敢讲，要制定一个方向，朝那个方向来迈进，好不好，署长？谢谢。我想最后一个问题哦，我想不好意思耽误一点时间哦，最近哦。
我不知道署长有没有发现哦，关于废轮胎的问题，现在废轮胎堆积哦，已经像废胎山一样，在各地都有哦。所以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废轮胎的辅助燃料哦，供大于求哦，也就是说，现在这些回收商、这些处理厂，他们因为利润越来越薄，他们不愿意主动去回收做处理，所以现在我想请教署长哦，其实这些哦，环保署都有收取所谓的废轮胎的这个处理费，哦，那这一部分哦，每年大概估算都有上亿，大概5亿左右的金额，哦，所以民众就说，如果今天因为外界的因素，这些处理商、这些回收商他不愿意主动处理，反而造成这些废弃轮胎堆积在不管是这些保养厂、机车行等等啊，或是甚至丢弃在任何其他外面的街头也好，造成的是不只是交通的影响，天气热的时候排放有毒物，而且一些如果下雨之后，一些滋生病媒蚊，所以这些很严重的问题，甚至啊，我跟所长说，会造成像过去开始有人在烧废轮胎，我希望署长能够重视，所以到底我们环保署收取的这些所谓的压胎费哦，废弃轮胎的处理费，到底有没有办法有这样的经费？环保署积极介入，积极的作为，赶快来处理现在已经非常严重的废弃轮胎倾倒的问题。给蒋委员说明一下，这个我们大概处理了半年了，就是我就任之后就开始处理这件事情哈，所以以新生的轮胎的这个量，大概现在都能够消化掉，现在就是旧的累积的哈。我们也都要求一定要堆放的，包括你刚刚讲的要注意到环保，包括我们也注意到登革热的这些问题哈。那因为包括出口，包括减量减容，我们都好几项措施在进行中，这个、已经控制住了。我请我的同仁到你办公室把详细资料给你，好不好？好，相关的书面报告。不过刚署长我提醒一点，你刚谈到出口啊，出口如果我们放宽啊，很有可能也会造成国外将废弃轮胎倾倒到台湾的问题，因为互惠的关系。这个我们会注意到。好，我会注意到。我想这很严重的问题，希望署长注意。好，谢谢，谢谢，谢谢蒋委员。我们接下来是陈曼丽委员。那我们待会陈曼丽委员发言完之后，我们就休息十分钟。谢谢主席，我还是要请署长。好，李署长。陈委员，高赞。早上，署长早，谢谢。那个我想就是说，我们大概就是说，今天的重点都是放在属于垃圾问题嘛，哈。那垃圾和焚化炉，事实上我记得我以前大概30年前在主妇联盟的时候，就看到一份报告哈，就是说台湾的垃圾成分分析，40%是可以回收的资源，35%是可以回收的厨余。所以呢，我们就在想说，如果把40和35把它扣掉的话，事实上我们的垃圾只有25%了哈。所以呢，我们就在想说，这个的世界如果能够按照我们所规划的来走的话，那我们其实就可以让我们的只要去面对处理的，可能是25%的一般的垃圾哈。那比如我手上的原子笔，它大概就是属于一般的垃圾了，因为它不是资源，也不是厨余哈。那但是呢，我们就看到长期以来的我们的这个政策哈，就是政策是要延续的，可是呢，我们就看到我们过去就是说在我们的97年以前哈，然后就是我们大概都是做资源循环的这样子的推动嘛哈，也是署长一直很希望我们能够去做的资源循环。可是呢，到后来97年呢，就开始把它做一些的研究，希望能够来研究有关于生殖能啊这样子的一些事情。可是很不巧的哈，到了103年的时候，很多的计划都删除掉。很多的计划都变更，很多的计划都喊停，所以呢，就让我们觉得是说，我们现在要再提出来105年的相关的计划，会不会又是纸上画画哈，然后墙上挂挂这样子哦，就很怕是这样的情形，因为呢，做了几年就没有一个好的结果，这个是我们过去也曾经咨询过的。那但是就是说，在现在的
今天的报告呢，跟当初我们看到的，就是原来的规划有一点不太一样。最起码我好像有听到，就是说，哎，我们离岛焚化炉的这个部分没有再讲提到哈，然后台东焚化炉也没有再提到哈，所以我想是这个还不错了哈。那我们现在就看到我们的这个新的一个处理的方式的计划呢，我们希望能够沿用哈，或者说再升级，或者再把它重建哈，这样子的一些的比例。那我不知道这个比例呢，在我们目前环保署的规划，这个比例会是多少呢？是委员所讲说，相对于现在24座，对，我们要严厉的啊，我们到目前呢、啊、哈，我们以13座来作为规划。13座，但新北岸台北他们自己有能力、哦、他们都自己、去提升，所以13座是不包括新北岸台北、不包括那个6座，所以加起来就是19座。好，那现在呢，就是说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我们的升级，如果是说我们现在就一直想到的是有关于我们的生殖气体化的设施，那事实上生殖的东西，生殖能源它可能比较大的部分呢是属于厨余的部分、啊、那厨余的部分其实如果说只占我们的垃圾是1/3的话，我们事实上只处理的是1/3的垃圾的一个对策。那这个呢，我们就是说我们要把现在，因为过去的焚化炉的新建它并不是针对生殖能来做新建的，所以呢，它可能这个当中就会要有一些的设备上面的一个提升，没错。但是呢，我不知道这个的提升哈、啊，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可以转过来？如果可以转的话，等于24座焚化炉都可以这样子来转呢、啊？对，如果说技术上可以的话，但目前我的了解哈、哦，这样的话它的那个功能可能不大，因为一个是它必须要，好像没有声音，是不是？好、哦，对不对？来，公开就起来了哈。那我们可以听得到。对，好。那是不是这个麦克风？不要紧，哎，难摘了哈。的确，委员你所讲的是没错。我们如果能够这样，我们也曾经问过同样的问题哈、哦。但是目前看起来，因为它那个焰气发酵啊，它那要很大的一个那个槽，有时候必须要，譬如说要放一个月，放20几天。这个他们专家会去，相关的菌种、相关的料源都会和那个有不同。哦，所以如果有像委员这样讲的，我们当然是更希望哦。但目前看起来，在技术面哈、哦，我看国外还是都分开。所以我们这一次提出来的就是要一次到位的，是不是？我们这一方面呢，也有在里面包括3座，就是要做这些生厨余还有熟厨余哈、哦，没有拿去养猪的，因为厨余在国外啊，他们是不希望去养猪了。哦，现在他们是云南台湾人过早，我们在农户啊，我们家里也处于要集体做循环经济。每一个农户虽然在很遥远的山上、啊，可是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目前的现况。对、哦、啊，所以但是也没有全部处理，大概我的了解是大概处理大概30%左右吧。先处理收处理，哎，对，所以呢，其实我认为哈、哦，澎湖因为它也是一个离岛哈，它是就是说四面都隔绝的，对，所以呢，就是说。澎湖其实它可以做一个示范岛了哈，就是说它的这个目前我们就说我们它应该是多元化的垃圾处理。那我看到哈，就是说我们书里面的一个修正的一个计划，就是说它会有一些的分类哈，然后呢往后面去走。但是我不知道环保署有没有调查过、研究过澎湖的垃圾成分分析呢？它的垃圾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形？然后呢，我们大概知道说有多少，它可能它是要来往哪个路线、哪个途径去走的。我想澎湖因为是家户垃圾哈，也是很单纯一个观光的农业的线，还是渔产的线哈。其实它的垃圾和我们台湾的一些农业线并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啊，它不会有不必要的，譬如说事业废弃物的容器这种很危险的东西，它其实很单纯哈。啊，包括就是说它也种了很多树木，譬如说这次台风，伊嘛种些树枝，那些都是在我们都可以做生殖能源，就是说农业的废弃物。哈、哦、啊，花生，澎湖的花生很出名嘛，哈、哦，还有菜龟嘛就出名啊，哈、哦，所以菜龟丁啊、拖刀丁那些，如果说我们小型的那生殖能源，其实啊剩下的回收做要烧的不多，就运回到本岛。好，所以现在澎湖目前还是往这个多元化的处理方式了哈，因为这样子垃圾就会减少很多嘛，哈，所以大概也就比较不会想说哎焚化炉啊，因为我讲澎湖当地的居民对这个部分也非常的敏感了哈、嗯。那我想说我们的这个厨余呢，因为我长期在厨余的议题里面打转哈，所以我知道说厨余它其实它堆肥的话呢，它其实会有两个问题哦，一个是它的许可证哈，另外就是它的一个去除。
处哈、嗯。这两个部分呢，其实我相信环保署也研究的很多。我 Google 到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哈，就是说我们公务出国报告的一个查询呢，嗯、我会看到就是说中央部会哈、嗯，考察厨余出国的有23次。其中有19次是环保署出去的哈，那环保署出去呢，当然有地方政府考察出也有21次哈，那所以我们就是说，你这些的考察回来应该要有成果啊，因为我常常会觉得说，如果说我们去考察去研究，但后来就没有成果的话，你事实上就会让我们大家觉得是说，好像有点虚应故事了哈，只是到外面去逛一逛就回来了哈，所以我想说，我希望环保署长哈，可以在这件事情再研究一下哈，就是我们要出国考察，一定要有结果，而且这个结果呢，是对于我们国家的就是。废弃物的处理、厨余的处理是有帮助的哈，要不然的话呢，回来只是没有作用的话，我觉得大家会很伤心了哈。谢谢那个委员的指教，对这件事情哈，我最认为说我们要来做这件事情，我们署里面的专家哈，还是同仁的专业，我非常有信心，我们绝对会来推动。好，这点我非常有信心。好，可是呢，报告署长，我上次就在说被删除掉的哈，也是环保署本来提的计划，后来就删除掉，因为执行不力嘛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的可惜。表示环保署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是要再跟农委会或者再跟其他的部会再做一些的连结，你才可能再继续往下面走了哈。那我当然就是说，对于我们现在的垃圾处理，希望它的那个设施哈能够升级嘛哈。那设施能够升级的话，其实焚化炉。被大家所关切到的哈，有三个部分啊，大家一直在谈的，一个就是空气污染的问题，一个就是飞灰的问题，一个是底渣的问题。那这三个问题呢，我们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要升级的同时，设备升级、设施升级，同时可不可以把我们的法规也能够升级？因为呢，如果说我们法规没有加严管理的话，我们其实有些的升级呢，大家其实会觉得。没有法规的这个管制哈，所以大家在那个标准上面呢，也不会很特别的再去特别注意。所以我想请问一下署长，我们是不是也在法规的这个部分也要做一些的升级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底灰底渣的处理哈，底渣的处理哈，我们就包括和公共工程委员会的一个配合，在现在地方政府，譬如说高雄市政府，他在公务局和环保局之间就有这样讲：如果任何一个单位要在高雄来进行道路的建设、公共工程建设，你要用一定的比例的一个底渣哦，这个是这个部分哈、哦。那么它底渣的一个处理。它有当然要加严标准，对，所以我是说它的设备，因为你前面设备没有加严的话呢，没有加强的话，你到后面的时候，它出来的东西就还是老样子啊。所以谢谢我是不是一分钟念一下哈？就说比如说废气哈，废气指标性的污染物包括粒状污染物、NOx、SOx 哈、重金属、大氧气等5项污染物，我们设计的排放浓度，它一定要比原来还要减低10%。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要加严我们的法规的标准、啊。我们会的，我们会来做。好。那所以呢，我想是说这个焚化炉的底渣呢，它所产出来的到底是一般废弃物还是事业废弃物哈、嗯？我们其实看到我们的那个这个事业废弃物呢，它是事业，是不是事业由中央主管定哈？可是呢，我们会看到在环保署里面有一个法规叫做水污法哈，水污法里面然后说焚化炉是事业哈，所以呢它是事业废弃物，所以呢我们在环保署的定里面呢，我们就是把一些的公家机关哦，包括学校的实验室，包括废弃物的处理，包括观光旅游业，包括加油站，包括水污水处理，包括地下水下水道，包括我们自来水厂，它都是属于事业废弃物哈。但是呢，我们为什么不把我们的焚化炉也当成是事业废弃物来一起来一体适用，而不是说我们就好像有不同的这样子的认定哈？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也影响到我们后面的一个罚则哈。就是说，如果是说有罚则的时候，一般废弃物就是我们一般焚化炉的哈，大概是1200块钱起跳。但是呢，如果事业废弃物的话呢，它就有6万块钱起跳，所以它这个非常的不公平，所以大家会觉得是说，我们为什么垃圾场它会烧很多的事业废弃物哈，大概有到平均是30%啦，但是有些焚化厂它可能烧到50%、60%，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这样子的底渣的管理，3-4成了，对，可是有一些到50%到60%了哈，所以底渣的管理呢，它是不是要回归到事业废弃物这样子的一个
办法来做管理，而不是让我们好像就只有在这个非常可惜的哈，好像还是用1200块的这个违规的处罚的一个标准哈。我觉得应该是要用6万块钱处罚标准，让我们在这个部分会非常的严谨。所以这个也是我刚刚说的提高的问题。好，那个陈委员，这个部分我请我们费管处吴处长哈，更专业一点来说明一下吧。你补充一下。那个跟委员报告了，第一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对这个焚化炉，包括这些底下的管理的话，第一个它本身溶出试验啊，是比那个有害废弃物的溶出试验还要严。第一个是管理，第二个就是它这个，因为它是公务员嘛，所以它执法的时候，这不是说花10000、20000的问题。我想跟委员报。可是啊，那个处长，我们会看到水污法的那个部分呢，他把学校的实验室、污水处理厂，还有公共下水道、自来水厂，他都把它归纳为事业废弃物，欸，所以这些为什么它是事业废弃物？而我们的焚化炉的东西，是不是因为这个东西的定定是由中央主管机关就环保署定的，所以环保署就被自己太放松了，然后对别的单位也是公家机关，我们就把它划得非常的严格，把它变成是事业废弃物的方式来处理。跟委员报告了哈，因为他那个指的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焚化炉，假如是民间的还是事业废。事业嘛，所以我们是他们是事业，但对政府这个，我想跟委员报告了，不管是事业还是非事业的，我们的管理呀，啊，不亚于这个事业会去的管理，是跟委员报告第一个了。第二个，因为可是现在，因为我们的焚化炉都有在处理，我们一般焚化炉都有在处理事业废弃物，所以事实上我们出来的东西已经没有原来设计的时候想象的那么干净了。这个是事实啊，你看一下我们的废弃物的那个垃圾成分分析，然后我们的一般垃圾和我们的事业废弃物的垃圾，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其实它是存在的啊。是的，是的。所以你那个底渣要利用的时候，大家为什么会有疑虑？就是因为你里面都3-4层以上到5-6层的这个都是属于一般事业费，一般事业他来烧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标准我们不能够严格的去要求别的单位，但是对环保署自己管的单位就非常的放松，这样子大家是觉得不公平的。我觉得陈委员讲有道理哈，我来深入了解一下，好吧？谢谢。好，谢谢，谢谢署长，谢谢。好，谢谢陈委员。那我们就休息10分钟，我们请工作人员是不是可以检视一下那个麦克风的效果？就是刚刚突然麦克风变小声了哈，所以这10分钟请处理一下。1234。1234。小声的，我还以为我的耳朵出错了。突然闷变闷了，对对对。对啊，又闷闷的。对对，好被插了，打过。对对对，我有。那个是这个，你雷射是没用的啦。
对，荧幕是没用的。对对对，这个有用，对这个没用的。所以所长又找棍子，我找了半天找不到。找不到棍子，找铁棍了，我都不要了。这种不能用，怎么用？不是，我说这个是绿的，不是。可是刚刚放两个，那就要还他们资讯处的。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我不知道啊。一二三四，一二三，一二三，好一点没有？一二三四，这边听不准，我要到后面。一二三，你到后面听，你觉得 OK 啊？你 OK？ 你到后面听。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你把音量打大。一二三四，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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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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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五，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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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五六七，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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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四五，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四五，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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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五，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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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五，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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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一二，啊啊！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一二三四五，一二三，一二三四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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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好，我们来安排。央广在东边，央广就在旁边，烟川下面那个啊，还是在那边。好，好，我们来安排。邀请那个见证的，你看我把那个药缸，对的，啊，好，啊，和你联络，还是对吧？他说和你联络，你就建议还是加入。好，那我刚刚安排的时间，好吧？哎，谢谢，谢谢，好，好。那我们坐在这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国际牌是这个。一二啊，对了，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线路的中断。一二，金星这样吗？一二三四五六七，先求音量啊！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进行我们的会议。我们现在请，吴玉琴委员。好，谢谢主席。我请李署长。署长请。赵伟，赵总，谢谢。署长，为什么今天要排这个案子？真的在预算审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问题蛮多的了。那个问题蛮多是说，这个是六年然后上百亿的一个经费，可是行政院还没核定，好，那可是你就已经送立法院审议啊，而且审查的预算才编了5000万，跟你原来计划写的好几亿的经费又不一样，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计划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应该让我们更详细了解，尤其是一个六年计划又关系到现在焚化厂即将延役，这么重大的议题大家都很关心，我想民间团体之前也开过记者会，对这件事有一些的批评，那我想我们立法院更应该来监督这件事，因为我们希望把事情做好。谢谢，谢谢。而且我们当时，我先问是因为了这个整个的规划是明年的，我们当时拿到计划是六月份的啦，六月份应该也是旧政府时代所规划出来，那经过我们这一段时间的大家的关注跟讨论，好，我看到今天李署长的报告也有做了一些重点的修正了，好，我想应该已经开始有参考大家的意见，新的想法，包括循环的观念，包括厨余生殖能源，所以我这边也是要跟署长再来做一些讨论，谢谢，因为我们觉得立法院应该立法委员他对我们的政策除了预算的审查之外，其实对政策也应该一并来检视啊。我们从81年台湾开在内湖的第一个焚化炉之后，我们中央就有很多的，除了台北市自己盖之外，几乎有14座是我们环保署自己出钱，出所有钱，那这个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调度钱的问题，因为最近在吵的就是调度钱，就是说当我们云林没有垃圾，没有办法烧垃圾的时候，要调度到别的地方去，那刚刚提到的是说每个县市可能都有自治条例或是他自己的议会的关系，所以我们中央反而
这个调度权好就出现了，要不去拜托哈。所以这一次虽然修法，我们废青法也给我们为环保署有一个权限啊，可以调度，可是是德哦哈。好，那个德的概念还是一个我某个程度还是可有可无的概念的哈。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计划反而非常重要，是怎么样让透过预算的补助，或是我们整个计划的补助，能够跟地方政府做好的签约或契约的关系，能够未来有一个更好的调度。因为现在不是每个县市都有焚化炉，好，就是这个焚化炉，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调度，不然接下来又开始，我觉得你六年的启动计划又要每一个炉可能要停掉。要睡要修、哦、要怎么样，对，总会停，所以循序循序，对，循序按照一到期的快慢，是、哦、是、所以就这样，所以才要预先规划，是，所以明年是纯规划、哦、是，明年是五千万是规划、哦、好，后面当然要等国发会核定之后，我们还会到报到行政立法院来，是，我觉得这个是定调之后还是要回到立法院来，这声音怎么又怪怪的、哦、好，很闷，然后又小声响，破破的，他系统出，我们这个要先演绎的，立法院的麦克风要先演绎，要提升效能。啊，不好意思，要提升效能。可以改善吗？还不然我们就要大声讲话了。而且我们可以近一点站在主席旁边，我们两个对。我待会大声讲话不是在对你凶哈，来，我继续哈。好，那个，所以我想，我们担心的是中央不断在编列预算，那才能维持这个焚化炉政策，这个是我们也第一个担心的事情哈、嗯。那再来就是我看到这一个整个一般垃圾跟资源回收的变化，其实这几年啊，这五年好像有点钝化了，就是说，哎、欸，停留了。资源回收好像到一个瓶颈了哈，那到底哪里出问题？你们的分析是什么？到2003年之后，我们好像这个到2012年哈，我们这五年大概都平了，就是所以说在方法上，我们是两个方向哈、嗯，一个就是说从地区社区来讲，我们就是努力来要强化村里的回收站。这样的一个工作哈，所以比如说明年我们希望能够达到全国有1000个站，好，这个这样来做。但另外一方面，直接更有效的，在我们在我国施行过，就新北岸台北这个就是随袋征收，随着这袋征收，这绝对是因为为了大家要让这个垃圾能够挤在一个袋子，会更加的用心哈。这个虽然我们都有这个观念。大家都愿意做环保，但有的时候我们会偷懒，人会偷懒嘛，哈、嗯，所以要多走一步去丢个烟蒂，五位郎都不爱一头洗，这偷他的蛋。第二公最慢丢烟蒂，嗯，丢一马在啊，哈。但是的确有城乡的问题，刚刚我大招委你有听到，是对几个委员的吹嘘，这部分需要一步一步来，慢慢来，尤其是财政。可是你刚回答说明年只有一个县市，这个也太慢了吧？那要推到多少年才能？我必须要我们院的院就这个部分说，因为你推动这个。要编预算，哦，他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做这个随袋征收的时候，哈，我们这个资源回收车要增量，嗯，我们的垃圾这个袋子的印制，哈，这个宣导，他出取都要一些经费，哈，啊，尤其是他若随水费征收，有的地方它是很重要的，县政或者是他的这个财源，那这一块它有可能减一半。好，因为量会减少嘛，是，好，整个量都减少，所以这个整个量减少，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吗？垃圾量减少，对，它的要达到这个目标是对，但是这个过程你必须说它的财务啊，是，它的垃圾车要增加，它的资源回收车要增加，那这不是也是我们这次政策的目标吗？就是要所以要经费相关的预算的协助、补助、奖助，所以要经费嘛，所以要经费，哎呀，好，要经费。来下一个，刚局长的讲法，我觉得有一点要跟您更正的哈，其实整个资源回收的。部分下其实持平的原因，我们看到统计数字其实是在厨余回收率有下降，反而资源回收是有一般的资源回收是有上升的，但是厨余的回收量在下降，这就是刚刚大家很多委员也提到的，你的厨余的回收到底政策是什么？那最新看到你的政策是说要新建应该是说厨余生殖厂的生殖能厂的一个新建哈，或是所谓的设置哈，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哈，因为这个厨余一直在，它就可以回收这个部分。现在就是有大概6×5到7×的生厨余、熟厨余哈，还没有来再利用。
还没有再利用，没有再利用，对，因为我们回收率大概已经到55%，这个已经持平了哈，可是厨余确实在下降中哈，那所以这块委员真的是一针见血，这地就是咱爱加强的所在，是，好啊，所以要用，啊，要加强，刚刚加强就讲，地里头你要有去化的管道哈，是，过在是做堆肥嘛哈，或是养猪嘛，哦，啊，是这个现在的话，我们的猪的投诉也有减少。哦，那一国家台湾起底是作水，啊，就因为猪肉口蹄的问题，未使出口的问题，所以猪肉减少，猪肉减少过来百万家，所以伊个起底的厨余，那个去化的管道也有减少，所以我们讲的没有，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们要用生殖能源来消化这些生厨油，这些熟厨就厨余，是养猪之外的，是，可是就。我们之前我在质询的时候也问到哈，我们巴黎那边的这个生殖能的这个厨余的回收厂就失败了。对。那你怎么记起这样的失败的经验，来告诉我们未来的6年会有新的政策，而且是能说服民众，而且是有好的这个实行的策略？我们很怕你们再过5年、6年告诉我们啊，又失败了，那怎么办？哎，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说我们对于再生能源现在大家非常的认同再生能源，而再生能源里面你透过沼气产生的这个电，包括这个猪的粪尿，这个卖的电的这个价格现在到5.0087的样子，这又不涉及到那个对，现在每一度电因为这个生殖能源它也是沼气发电嘛，是，因为你有这个沼气发电的话，它对于它这个营运的成本、营运的健全会有帮助，一多给两块啊！我是足惊你吼，两年后佫敢讲这个政策要失败了，我们是很害怕。我对技术面吼，我去考察了，应该没问题。我对技术面就跟民众的沟通跟选址的问题。我们的总队长要补充，针对这个委员的垂询这个部分哈，生殖能源部分。好，就委员的垂询的部分，大概除以要生殖能源化的话呢，那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做了一些前置的作业，那我们也会定出这一个相关的这个作业的指引，也让地方有所遵循，照这个方向呢来做，那这一个指引如果做好以后呢，那县市大概就可以就它的区域的这个条件呢来规划跟设计跟设厂这样。好，因为我想这个计划看起来是整个要全部重新做调整，对不对？因为原来我没看到厨余的生殖能这个预算嘛，哈，那我就要回来质疑的是说焚化炉研议的问题，因为我们当初这些公有民营的焚化炉，其实操作期虽然15年或20年，都有要求它至少要维持一定的效能，大概85%到95%左右的效能，再交回给地方政府，也就是说，其实它一定有维持一定的效能，哈，所以。我们却要花那么多钱再去修这个设施，我觉得这个是我对这个预算编列上面的一个质疑的哈。我们如果把它放在所谓的电力方面的提升，这个我是支持的。可是再花在这个所谓污染的减量，污染减量不是也符合我们的标准了吗？没有，现在就是我们希望新的这个设备呢，要更能够达到我们法规规定的60%。就降低40%的，我们希望能够达到这个，要更高就对了。对对对，要就因为大家现在对空气污染这个事情是提多得多急迫的问题。是，所以空气污染另外一个就是刚提到这个刚其实署长一直提的是10%的调控钱呐哈。能不能再提高？因为我觉得我们从刚开始，我刚刚提到，我们所有除了台北市大概没有环保署的补助，几乎大部分的都有环保署补助，甚至14座是你出钱盖的哈。那可是我们却对所有县市的这个垃圾的调控权就是一个得而已啊哈。那我是觉得这个部分会不会变成以后还是如果在没有趁这一次做一个好的调整，那未来会是我们中央不断的编预算，可是。对我来讲，地方其实这些焚化炉只有1-2所亏损而已，其实大部分都在赚钱的，所以变成这个焚化操作的厂商是赚钱，然后可能也是地方的小金库。那我们中央一直在失血，就是这个地方它也要编1/3了哈，它也要编1/3哈。那当然地方的财政，我们这是分散到全国，分散到全国哈，分散到110亿左右是分散到全国分配。所以委员刚刚讲的这个调度权要不要提高？我们希望在这个在签约。
除了我们有这个订定相关的要点之外，希望在这个研议的这个契约订定的时候，有个保守力瓦解，这个希望也要文字化。好，哦，这个调度的就是要跟地方政府签的约嘛，哈。对。那署长，另外一件事要我谢谢你提醒这一点，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环保署这边已经针对二十几座的这个焚化炉，其实二十几年了，或十五年、二十年了，那他们的契约是。爸爸就安内哈，有没有可能我们环保署提出一个整合性的焚化炉的合约的范本，让地方有所依循，也在里面有可能有所谓的调度权的这个内容可以放进去，你们要不要研议一下？因为他的所有权的确是有不同哈，所以他的义务就不同哈。但是呢，有一些部分绝对是共通事项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订定所谓的资源要点，他就是站在国家的立场。跨区域的合作，这个一定要配合的哈，因为环境卫生、公共卫生，它都有外部效应，都会带来我们的整个民众的健康的外部效应，所以这个是所以国家包括我们立法院废青法这样修订，给这个环保署有这个调度权，这个都是这样的立法意志都是这样的哈，所以我们就相关，比如说这个。污染的处理的标准，哈，譬如说这个排放的标准，底渣的处理，这些我们会有一个通则，一个通则。我们家户垃圾跟一般事业废弃物的焚烧量要不要规范？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关键，刚刚刘委员其实也提到了。你到底都是在烧家户垃圾吗？如果烧家户垃圾根本没问题，我们现在烧了一些一般事业废弃物，才造成我们委员哈。啊，所以这个是在合约里可不可以特别分化了哈？实在讲不唔对了哈。啊，大家要去查，我是资源废弃物的，我是就爱公李焕英，现在就立一个法，禁止焚化炉燃烧事业废弃物。我没有要立法，我们要的是这个条款。我说从那个角度我是聊，但是从国家的角度，他是我没有这样主张哈，不要乱解释哈。所以我们要立法，我们讲的是说怎么样合理有一个量，因为大家事业废弃物有钱赚嘛，一般垃圾那一般家务垃圾没有钱嘛，或是比较差嘛，所以我就不愿意烧嘛。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这个合约里面要有能够提出一个量，对合理的量的掌控。比如说3G比，对啊，你要有一个是多少？我说的范本是这样的概念，是说中央应该提供一个比较清楚的，或是说好的一个范本，完全支持这样的概念。我们按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就一般事业废弃物的处理，好，要负起这个主要的责任，好不好？好，谢谢。我想，署长不要随便曲解我的意思哈。没有没有没有，我是说我很愿意的，不是说你说的。谢谢。谢谢。好，谢谢吴玉琴委员。接下来我们邀请王玉明委员。好，谢谢主席。这麦克风声音真的很奇怪。拿这个呢？拿，刚刚会不会好一点？这样声音有比较好吗？比较没有那个破哈。这个麻烦那个要处理一下好不好？如果在台下听的时候，我觉得在场的媒体朋友应该都很难过吧，已经变成噪音了。我们今天还是环保署对不对？来，我们请署长上台。李署长，谢谢。王院长，老赵啊，你美妙声音，那个麦克风这样好像不行。后来，那你有麦克风。好，署长，谢谢谢谢。我想今天呢，大家都很关心这个垃圾的问题哦。嗯。那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云林的垃圾竟然要运到台北市来烧，你知道吗？从今年呢，光这样发动的整个运输的量高达多少车次？你知道吗？从云林出发到台北，你知道吗？1000多吧。在1000多，对，1000多，云林到台北几公里？大概300公里左右。嘿，300公里了哈。你搞空地理。300公里，1000多车次，我们之前还在谈说要减碳的问题。你知道每一辆车是这样子300多公里，1000多次行驶下来，增加多少碳排放？很大量哦。这个是我第一次在说要处理这样的一个跨区运送垃圾的时候。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是啊，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周边的县市哈，譬如说嘉义县它就600吨，它的量能不够哦，大家都有资源了，就周遭的这个县市哈，大家都秀都到吉湾，甚至一直到高雄，所以我们一定要慢慢的让这个区域化能够集中在
这次如果我们量能提高的话，希望尽量以周边的县市、啊、互相来支援、啊、为原则。为原则。那显然破功嘛，哈！这次我们看到的台北代烧了20,000多公吨的垃圾嘛、嗯，然后我看到的资料是1074的车次，1000多车次。对，对对，这当中所耗费的资源的成本，还有对环境所造成另外一层的这个污染，嗯，我觉得这个代价太高。那本席看到你们其实有这个区域合作机制、嗯、也画了很漂亮的图，台北从来不在支援云林的区域的图当中，如果你就近支援的概念往北台中嘛，看看有没有办法往南高雄这边可不可以有办法，但是呢你现在是看起来都没有办法，你还需要跑到台北来，那是表示你这个区域合作机制这个图画起来是空的，不是，不是这样，没办法执行。它第一优先是周边的县市，大家互相支援。但是它在里面也是讲，如果周边的邻近的县市没办法，还是有跨区域的机制。另外一点，本席要问的，就是说目前为止，区域三跟区域五，就是说从台中彰化、南投、苗栗，或者是高雄、屏东这边。帮云岭的程度有多高？已经够紧绷了吗？就到底是了吗？这个才不得不。这详细的量哈，我请我们总队长来说明一下。你先回答哈，总队长那个待会了哈，我主要问你了。因为上次本席都有多少苗栗也有哈。上次本席问你的时候哈，你这个云岭出身的嘛哈，你说你会来解决了。嗯。那现在看起来又没有解决，媒体又说现在差不多又有9000吨的垃圾，各部所在好去啊。嗯。怎么办？我的意思就是，我上次有问过你，云林他自己也有一个焚化厂是没有启用，那当然有争议。但是这个问题总是要解决吧？如果都没有解决，地方也都不处理，这样的现象还要持续多久？连柯文哲他要跳出来说匪夷所思啊！他自己觉得，为什么我台北市都在担任这样的工作，而且是从很远的云林运上来的。他来帮忙燃烧，就是说，你从各个层面来看，这都不是一个合理的现象了。不，王委员哈，要解决了。跟市长一毛共哈，拍姐，我头头往我底下说明，就是说，当 SARS 发生的时候，台北的很多这样的一个，我知道，也都在很紧急的时候需要资源，互相支援。但现在已经变成常态了，就是税修、啊。现在不是紧急啊，现在已经变成是常态、啊。台中一些厂在税修，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治本的做法。你现在是治标不治本呐、啊。所以他自己本身没有量能来处理自己的垃圾，然后生产制造出来的就要到处去拜托，然后还送到台北来，这不是长期的根本解决之道嘛？大家都知道关键问题在哪里嘛、嗯？对，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量，那这件事我觉得你是云林出身，你应该这个多帮帮你的故乡啊。园艺计划如果提升之后，我们周遭的县市的效能都会提升。好，那再加上周遭县市啊，云林自己本身他那个焚化到底最终要怎么办？要做一个解决了。李进勇县长他其实也很认真在处理这个问题了哈。那认真很久了也没有处理，也没有一个结论啊。现在大家焦虑的就是说状况一直都悬而未决了。他还在沟通了，他还在沟通。你帮他嘛？你也当过，你当过副县长吗？我当过副县长，对。对啊，你很知道问题在哪里啊。嗯。这个问题如果根本没处理哈，这个状况荒谬的状况还会再发生了，这是第一个本席要问你。第二个就是你刚刚提到这个垃圾随袋征收的问题嘛，你已经有说，你希望这个六都哦，大家来做嘛，有可能吗？我认为现在就只有双北。我认为这是一个方向。当时这个台北和新北在推动初期也都发生一些困难。你知道最需要克服的地方在哪里吗？请指教。请指教，你一讲这样子的时候呢，台南市环保局长就跳出来了，他说他财政有困难呢。对，所以我刚刚在那个财政有困难、啊，几位委员的答询呢，我特别强调，高雄市跟桃园市就是说偏远地区购买垃圾袋也有难度了。嗯，就是你一喊说六都大家开始来做的时候呢，双北是没问题，他们自己率先做了，嗯、其他这个台南、高雄开始打脸了，桃园也说做不到。没有，他这个困难度看起来很高、啊。没有，他不是说做不到，他是说必须要考虑到因地制宜、城乡差距。那我觉得对，不是说，那你有能力去帮他们。高雄市县、台南市县、台中市县，这个的确是老台中县和原来台中市，它的确有差异。我觉得我们在讲的是一种建立性质、鼓励性质哈。所以明年你认为有哪一个这个直辖市可以
真的启动做的，他们都喊有困难，那哪一个要做？我们现在台中没有喊，台中某车厢，台中可以做吗？因地制宜，所以可以就说分区分段啊、哦。我们既是老市区，其实可以是来先来。我觉得这件事的挑战，这个所以说是有挑战每个人的这个。不能只有开支票哈、哦，就是说啊，我希望，但是希望的时候，我希望你同时看到问题。他们的这些问题有没有办法克服？财政问题、有没有办法克服？然后有没有决心？目前其他的桃园、台中，然后台南、高雄这些指标性的县市，这些县市首长没有决心，你有没有跟他们谈过？他们有没有想推？现阶段都有在用他们的方法，譬如说破袋检查、他们其实各自有各自的方法。那都是减量。当然也有达到减量的效果、哦、回收的效果都有、哦嗯、但是大家也都同意说随带一定会更好，但是就像委员所讲的财政问题，所以我在刚前面的给委员的垂询里面我都说我们一定要和中央院长这边来协调、来协调这个部分的县市首长要非常的有决心，他把市委现在重大的施政那当然才可能有突破口，那当然要不然还是在原地打转，所以我觉得中央要宣誓说希望可以推动的时候，我希望你有配套的，当然知道吗？我们一定要这件事情才不会变只是口号。没错，所以一年过去之后，其实也没有方式方面可以因地制宜，财政方面我们希望中央这边也能够来配合。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我希望谁在征收？你既然跟媒体说，你要。希望其他直辖市。我认为这个是国人应该是赞成的一个方向，大家都不是说他。是啊，但你要有方法。配套，没错。对，你要有方法让这些直辖县市我同意去推动。他们的困难，个别困难，我们都了解。你的计划、另外一个我要问的就是说，既然你前面的随带征收这边可能都还没有一个谱，看起来这个县市跳出来都说他有困难，那你后面搭配的，你说你要盖三座的生殖能中心，前面都做不好。这个前面的垃圾减量跟厨余的回收，刚刚吴育勤委员还秀给你看说我们厨余回收量是在下降，那你要盖三座，你知不知道巴黎那时候你们环保署、巴黎当时那个污水处理厂有两座闲置的淡型消化槽，这个计划你知不知道？当时是叫做试验计划一年，对啊，当时试验计划有没有一年多就停掉了嘛、为什么停掉？我认为有很多因素了哈。这个我们在讲说图人不足以自行土法不足以为证哈、技术面基本上这样的验量发酵之类的技术我们的专家绝对不是外国哈、但是它产生的沼气产生的电的那个价格，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对，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等一下要问你，就是说这些问题都克服了吗？现在因为能源局的这样类似的价格，它提高将近50%、60%，从3块增加到5块。哦，这个就很大，所以包括我们的猪粪尿，为什么我们在讲河川的整治都连在一起的原因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它的成本可以。本席要提醒你的就是，当时哦，你们环保署这个淡型的消化槽试验一年，然后停摆下来，没有成功，结果你现在新的计划又说我再来三座的升值的这一个能源槽，你三座一座要6亿啊。三座就要18亿啊！我们国库有这么充裕吗？当你巴黎的这个模式还没有研议成功的时候，你又要盖三座，我觉得环保署有时候不小心预算太多，还是也算是很有企图心呐、想要一直不断尝试新的东西。但是本席要讲是，这个都是民脂民膏。如果你当时巴黎的这一个一年之后并没有成功的计划，你没有在充分的准备跟严密的反复的作业底下，不可以一下子又说我要来盖三座。我们当然，我们经不起大家一再试验，这都是民脂民膏。当时是因为，这是包括就说纳税人的钱哈，这些都是纳税人的钱。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这件事情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的容易，更何况你前端的回收体系。其他的直辖市八字都没一撇，谁在征收也不太愿意做的情况底下，你盖这个做什么？你懂吗？要试验，你也应该是要选一个点，譬如说双北已经做得很好，你的点你可以先从北部开始试验做起。当时巴黎就是从北部开始做起嘛，你不可以是北东南想要同时启动，不可以有这样的想法，因为这样太冒险了，都是钱呐、一做6亿耶。不，
彭董事的钱东西不会人家熊就你买债哈，但是每一分钱都会认真使用。现在生产能源的这样的发电厂哈，有时候大概七年八年可以回收，外国就打平了哈，所以我们也是会一分钱。我要的是很审慎的规划。我了解，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在计划书上写一写，我大概三座，然后就编了十八亿。那当然，你先做一做，成功再说。一步一步来，对不对？一点一波一波来。对啊，一座一座来，一定会这样的。这件事情要好好提醒你们，巴黎的经验已经告诉大家了。我们会吸取这教训。好，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王委员哈。刚署长说六七年就回收，我不知道回收之后是地方政府的钱还是中央的钱哈。前面钱都是我们在投资哈，那到最后地方拿走了，这个也怪哈，所以我觉得真的要提醒未来在跟地方的合作上面，真的好比较一下下喝哈，我告诉你，中央出钱，然后地方回收哈。好，来，接下来是吴坤玉委员，来用啊，主席哈，是啊，我先请李署长跟肖总队长，好，肖总总队长。苏定王长哈，小队定王长啊，苏定，我是真肯定你啦哈，你有讲要做这个六度的学贷征收哈啊，但是今嘛这有怎么按不下去？国员，而且国政策官就费管处国处长哈，啊，所以我请伊做一客。好，好，两个大。我是肯定这个政策，但是俺都当然想到是讲。啊，即马咱发生粪扫问题，都咪伫即六都啊，即六都内底无发生粪扫问题啊。回收不是干那单纯要处理粪扫问题哈，有六都的义务，包括财政相对较好啦，好，所以阿无搞，你嘛干嘛无搞哈？啊，个人口较济，好，所以咱是多重目的嘛哈，不是单一目的啦。对对，哎对，好，啊，这就是看得到粪扫哈可以处理的问题嘛，是十几当前。其实有去检讨嘛，因为咱回收的把的量吼已经足悬啊，所以粪扫焚化炉已经无够粪扫通啊收。嗯，咱开始采取这个开联合来收粪扫这个政策嘛，吼。迄阵其实经过环保署，吼，可能伫啊做张国荣还是陈崇信，伫张国荣做署长的时阵有经过检讨过，吼。啊，迄阵有开委员会，这个专家委员的吼，啊，昆仑啊，迄阵不是有这个影响，邀请去参加这个专家委员会吼，啊，所以咱即马应该是检讨讲，咱安怎来好好利用现有的设备来好好处理咱啊国庆产生的粪扫。一定是要做吼，但是咱想看卖怎么当前到即阵，咱全台湾的粪扫量到底增加偌济？好，现在即马发生粪扫的问题，怎么当前现在粪扫无够收？这是到底问题发生一对？我们只想讲啊，肖总队长还是吴处长。恁唔知道有思考过无？咱怎么当前因粪扫无够收，所以咱采取区域联合来处理的政策。但甲今日个咱粪扫是毋是增加足多，互咱产生粪扫的问题？有这个情形吗？还是讲粪扫到底增加偌济？怎么当来？在九十年规划的时候哈，那啊，这八十年应该从八十年是规划啊，那到九十年来盖焚化炉。我在那这时候中间的。垃圾的推估，它是一直往上升，但是事实上，因为我们消防员时间有限，咱讲重点都怎么当来？咱为当前时规划区处理的粪扫政策，迄阵是粪扫无够收，搁像怎么当来？先让咱来发生粪扫的问题，是咪咱即马当然当然第一就去派啦吼，就去派吼，像我桃园即马一直爆炸了，有几个月无得烧嘛吼，有这样的意外状况，啊，我是登记了也折旧，也效能降到剩打是几趴，啊，我是管理不良，哦，有几间管理不良，咱别人弄我都烧75%，你才烧60%，哦，这也有管理不良，所以因素是多重，但在那边盖就是希望讲哦，第一回建的效能就提升。发电量诶，效能诶，效率也提高，啊，污染的量搁减低，那是几个方面要来加提高这个规个也效能。好啊，我想这个物件，我想咱上高处是化工的啊，吼，啊，这个现在有的厂诶，效能歹，迄是咪在操作厂商较缓慢，还是讲无正经咧烧？现在有些好，变变一座大型的焚化炉，管理问题，差你。我咧总讲起来都是管理的问题。
哈？哦，管理有问题，管理的问题。我想操作冇问题啦，管理操作维护。对对对对，我想。你总经理若无法度把每一个环节拢定好哦。这是未来讲，啊你啊，大操作手上你啊较含慢，咱就看几档要加。合约就讲，所以有，所以为着安尼，我有去看几个文化流，包括迄操作员吼，包括种种的问题，你都对入来甲出去吼，即规套爱规系统来检讨啦吼。啊，委会咱提来回拜吼，包括拜咱希望讲伊来停止契约，那么应该都处理。安尼说一下，所以你要贡献红油，咱我来检讨。好好，感谢吼。啊，即卖就是讲吼，最近咱文化流关节。啊，做烟弹排放的戴耀新嘛，啊，去年吼，咱看拢检查拢24座拢合格嘞吼，拢符合咱的规定。啊，我想讲咱在座三位吼，处长、甲处长、甲队长吼，恁三个人安尼有合理无？咱所有的大型的分化咯，烟弹排放的戴耀新拢符合咱的规定。这我请队长来说明一下，好不好？安尼，你有信心，感觉安尼有合理无？哇，这个都合乎那个法规的标准，嘿嘿嘿那当然这个就是你相信就是了。没问题，因为这个检测一定有经过这一个 QAQC 的这个过程嘛，是吧？啊，你感觉安尼有问题无？吼，这是我较早捌做过公务员去某一个管区吼，较歹势、较细意啦，吼。啊，做去拟着迄个环保局发的文件，因为我特别要看伊带有新的排放量吼，咱是零点二无唔对啦，但是啊，做这个一家来对下普通时的温会当含块会当使用的活性炭是15.5公斤啦，吼。啊！但是蔡英文讲吼，活性炭的用量增加到27.3公斤，所以一日的戴耀新是0.999，符合0.1的排放标准安尼啦。安尼大地量，你感觉安尼这数据有问题无？这是环保局发我的数据。这个我想我们在监督方面，未来就是说，就焚化炉它本身操作的部分，我们也会用深度查核的角度来大地量。你刚刚讲你上你今年大家焚化炉拢符合法规是？可信的啊，但我现在显示的这张文件，吼、哦、是环保局为环保局引用出来哦，就是讲啊，做每一个人当用的温准许可使用的活性炭是15.5公斤，但是蔡英文讲是用27.3公斤，啊做伊的戴耀新检测出来是0.999。我想你零九六九，我想你提这个例啦吼，你嘛可能保护伊也不爱甲关心俩，看出来吼。那讲出来，咱同事来检查嘛吼。但咱即摆最近查一寡厂，咱多少团队去查吼，都是有诶，可以讲烧木材诶厂。你活性炭无照规定量去用啊，伊要先本嘛吼。无啦无啦。啊，所以清楚做。这是超量去用啦，伊无要先本。参与戴耀新诶烟弹排放量去讲吼，超用。超量用戴耀新啊 ，A 类活性炭。或者你说伊用了烧好就对，系啦系啦，啊好就不是问题啊。我说啦，唔得钱，我都想讲一些，所以都无够诶，诶符合标准啦。哦，所以蔡英文符合标准啦。OK， 好，而且就代表有问题嘛。你说话先嘛，你说伊两个检查一讲，所以就要做较好。系啦系啦，你先讲，所以拢符合标准啦。好啊，所以哎呀，用抽查啦，用抽查的方式啦。好啊，大队长，你讲有信心，但是这资料显示就讲，咱就怀疑的啊。哇！所以，咱有怀疑，就是后边的这条枪，咱就是用加强抽查的频率。哦，唔是我来讲，你我今日抽查啊，所以哦，你就用较侪活性炭。哦，哈，你一查即马抽枪，按照你做到现在排放量检测无？我这块的技术另外请队长来讲。我来，来请我们的哈。我相信你拢比我清楚较对啊。我目前有规定要定检后稽查都是委托。一当过年嘛哈。哎对，都委托那个。我今麦听人讲了哈。对是。你讲检测公司哈，超委受代检测迄操作公司哈，请代检测公司来了，给人去测一测，参与验一届啊，超过标准哈。啊，这代操作公司的，你拜托迄个啊，这检测公司过来采啦，一起采，采到严贵吼，肯定要钱啦。啊，所以多出来数据拢合格啦，但是无人相信是合格啦，安尼样嘛？这个我们法规规定哦，他要定检的时候要提报给那个环保局来做是啊是啊检测。啊，有当时啊去采样啊，无提报你敢知影？他有规定要提报。不是，我知影有规定要提报嘛，但是也无提报，恁知影无啦？就是定期检测，他是啦是啦，我知啊，定期检测要提报啦。阿兄，万一伊个抽象个重复检测无提报，恁知影无啦？
在的公不在。哎，对，嘿啦，啊，唔猜嘛，对不？比还怎样？啊，所以不怪检测，拢不人相信啊。大家数量合格啦，但是敢不人相信，安尼尔啦。当然，咱这是行政院的责任啦，好，因为这好历史工业啦，但是咱要来改观嘛，对不？好，这我唔敢讲怪罪。唔对，代志咱就来改正，哎，当然。好，虽然变咱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大队你有敢？唔知咱有思考过无？你拢比我较内行较对啊。嗯，我想起来啦吼，这个一种是请咱这个督察大队吼，因为地方环保局，这个地方环保局查气以外，咱大队啊，我来加强这个查气啊，卖公预告。这查气的，好，啊，就是讲未来那么更新起来分化路啦，吼，啊，做变哪来做吼？我顶一边啊有咨询过，就是讲咱要来做一寡研究，讲这。原以为分化炉操作清洁当来对啊，这环境对附近的民众健康影响嘛？但我看环保署方面主要是讲要做一挂研究嘛，包括环境品质、居民健康检查、尿液什么的检查吼。我看一个拢忘记吼，这个啦吼，较早我有经历过去政府做这些工课吼，做出来拢无影响啊。但是咱即摆是毋要搁开钱在做，吼，这一个叫拢开足侪钱嘞，拢可能几个月安尼做吼，做足久。做出来拢无应用啦，啊是毋要阁照安尼做，安尼民众我有咧接受，哈啊做大队长甲处长，好啦，我想，即个阶段吼，即个学术的研究的物件拢爱接受标过皮的检验，你方法唔对，嘛爱接受检验，结果做出来的即个结果吼，伊拢有审查过啊，哦对不对？哇，啊咱家我都信任，即个专家，可能两三。不赶快的专家，大互相来去这个在讲互相检验啦，互相检验。我讲记者连我冇讲过，即阵来电嘛，这是国家卫生研究院两千块钱受委托去做彰化县284公顷的重金属的污染的研究啦。伊就讲好，咱拢来采附近居民的血液中重金属跟尿液中的重金属，看起来吼，啊，就拢咱刚看出，大家人重金属拢足悬的啦，但拢无落解释，啊，到尾啊咧。这个锁定吼，一律安来把它落台啦。叫周清玉迄阵的立法委员，啊，讲恁做出来拢乌白做安尼，啊，拢无落解释，啊，安尼要甲删，啊，这减要删迄个国务院的经费，导致迄个锁定落台。好，咱敢想要阁做这种工作，这做出来拢出悬啊，拢比国际允许浓度更加悬啊，多数拢是安尼。但是拢无落解释啦，到底有影响无？拢无落解释。哦、所以我想咱还要做这种工作，有想一个无？哈、哦，这个刚刚咱做过哈，专单有做过有史以来第一个证明焚化炉有影响的研究啦。啊，迄阵就是台中市嘛，南区的焚化炉，啊，迄阵就做一个张方正端，本来做局长端，强调了安尼啦。哦，对，这个研究啦，反正这是我做的研究，我今天发表证明有影响啦。这是讲台湾开上少钱啊，这个可能两三百万的经费呢，证明有影响。哦，啊，其他开安尼几啊亿拢无影响，啊，到底是有影响无？好、哦，啊，过来就是讲吼、哦，咱真正处理，我是敬佩啦。但拄啊有人咧讲啊，你一做，我想，吼、哦，咱无出力，咱化工应该去检讨嘛。其他这无落操作，操作一个化工有哪点困难嘞？对无？无哪点困难啦，这应该无落操作较对啊。吼、哦，气我是感觉真好，无怎啊处理，入去焚化炉搁较歹啦。吼、哦，咱真正是安尼。吼、哦，但是咱真正爱提升，吼、哦。咱不只要处理啦，咱所有的回收的废弃物，要有啊做商业模式，可以有赚钱啦。无你回收的，到尾遐产品拢囤的，啊，到尾无落去，完全健康，无所谓啊。所以就是讲，你早期发现出来的电，一个计数爱提悬啦。所以古人讲，爱回收都营运嘛。对啦，对啦。啊，无你都无得经营。是啊，但其他废弃物回收嘛是同款啦。是。啊，无这回收了，到尾之后嘛，佫无地去，佫入去分化咯。是。无采咱去做吼，做下这尼艰苦，对无？啊，这离岛嘛是同款，咱应该可以循环经济吼，来安那许个，无一定爱去分化咯，安尼好啊。是是。好，啊，当然吼，即嘛就是讲咱肯定啦，但是吼，真正分化咯，这个物件变来做吼，检测要予民众吼。信任最重要啦，好吼。即我来开一个好公听会来讲，变好改制度吼，啊无真正无法度。好，你讲体温检测无效啦，因为拢是有限嘛，吼拢是有限。吼啊真正吼就讲，你若开放透明，让民众参与，透明公开，吼安尼民众才会信任，吼安尼靠我来发挥。
供应出来，好，好不好？好，谢谢，多谢你几个，谢谢，谢谢，谢谢吴委员。接下来是杨耀杨委员。拿麦克风，因为那个声音很破，哎，那个按掉了。这个没事。破破的，那个破破的声音，破破的，哎，对。好。啊，谢谢主席哈。主席，请下李署长。好，李署长。有两个站。有麦克风哈。收听哈，哎，我们今天大概就是环保署在书面报告中哈，提了要在国内设三个厨余生殖能厂哈，那这个本席尽表赞同，谢谢。可是有一个部分必须要先跟署长提醒，这个也是澎湖失败的经验哈，所以让署长做个参考。谢谢。我们在做厨余生殖能厂的时候，必须要先做初步的垃圾分选厂，对不对？那垃圾分选厂它很可能会有恶臭等等的问题，有没有办法先解决？有没有？还是我先举澎湖的例子。103年哈，环保署大概就在澎湖设立了全国第一座的垃圾分选厂，好，那可是呢，他当初的经费大概有5200万，并且由民间公司哈来承包硬体的设备跟操作。后来这个垃圾分选厂因为处理房的空间不足，导致他在运作的时候臭味溢散，那当然 就造成居民 的很严重的反弹，后来就不启用不到一年就把这个厂关闭了。啊，这个是很可惜哈，就是说我们政府有的时候在做事情，就是事前 的评估不够详尽，然后不够正确，导致很多资源的浪费。5200万对于六都来讲可能是一个小钱，和对澎湖来讲5200万是一项很大的建设。结果设立了以后不到一年就结束了，所以必须要在这边哈，让署长提醒一下组织。多谢，委员就提醒我去看外国哈，因为处理哈，堆在汤啊堆哈。啊，封起来吼，啊，热了，伊个汤啊，每个嘴拢爱洗个足清气，所以都较无味啊，吼。所以你讲这臭味这类吼，咱将来的处理一定要汲取这个教训。就是人为的操作，要怎么操作才不会让恶臭外溢？好，还有就是它的空间，它的操作空间够多，爱够多，够不够大？对，好，这个是这个我举的例子，只是我们从澎湖这个例子看到的。那你们专业的判断应该要在事前就把很多可能产生的问题先把它做设想，然后预演怎么处置，好不好？我们也从署长的书面报告中哈，看到我们离岛垃圾的处置，我们将朝向设置多元化垃圾处理设施，也就是说，环保署目前的在政策面上，离岛是不再新建焚化炉哈。这样子的构想，本席大概在这个咨询台也讲了好几次。好，就是因为离岛大概都大家都朝向低碳岛的方向在做努力。好，我们再去新建焚化炉，确实跟这个政策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能不能麻烦署长用最简单的方法，然后最清楚的讲法，说明一下什么是多元化的垃圾处理设施？它就是包括刚刚我已经提到了哈，第一个一定要分类，哈，第
二个这样的一个设施的部分呢，我们包括掩埋场的部分的活化还是整治哈，包括分类之后能够回收资源再利用部分，我们就再利用。那完全不能够再利用的，需要焚化的，在这个阶段还没有办法处理，我们就运到回到本岛来请相关的县市来协助哈。有没有包括过去这五年来环保署一直在研究的生殖能中心？这也不排除。不排除。那假如不排除的话，生殖能中心之所以中央研究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设，最主要是各离岛的垃圾量不足以支应生殖能，这个问题有办法克服吗？其实生殖能源的这样的一个沼气发电，它可以规模可以有可大可小，另外就是说那个署长，我先插一下话，就是说假如可以可大可小，为什么过去这五年一直停留在研究跟政策宣示的阶段，一直没有去做？就是因为我问过好几次，怎么问都是因为澎湖可能是各离岛里面算是最大的县了哈。对，好，以澎湖为例，都已经不足以支应，为什么当初没有想到要设小一点的？澎湖当时第一个像委员所讲，北澳地上大，毕竟门较大嘛哈。啊，个澎湖的观光人口也不少，对对对对，所以每节给垃圾有节流啊。因为那时候过去曾经要研议要兴建焚化炉。曾经是方案之一啦，哦，所以因为你若讲要加对热能用啊，包括你对下讲，因为有恶臭啦，空间不够啦，对，不够注意，哎，种种的这个善意的问题，导致民情的反弹，民意的反对，对，啊，就导致他失败嘛，哈，所以咱在处理这代志，就是爱他注意的在对下讲这几点嘛，哈，所以假如说我们的离岛所谓多元化的垃圾处理设施的环节里面，还是有考虑到生殖能中心，那可能要赶快尽速的去做评估规划，然后设置好，然后看能不能早一点吧。离岛的垃圾问题确实是比较比本岛来的棘手一点，好，特别是以澎湖事实上有住人的岛屿就有14个，也就是说有14块岛屿，它是定期每天都会有垃圾产生的。这个在运送的成本上和以及处理的麻烦度，可能不只是台湾本岛，以各离岛县来讲，都是澎湖最严重哈。所以在过有时候在过渡的时阵哈，掩埋场嘛是需要做，所以掩埋的部分呐，也是一个过程之一，也是要处理的一个部分。可能在澎湖的小离岛，目前还是以掩埋为主。那怎么让掩埋场的对于环境的污染跟破坏减到最低，这个可能环保署也要做一些努力跟研究，好不好？好，谢。输掉独标笨手一关哈，我还是不得不在这里再提一次。我大概因为年底了哈，那民进党也执政半年了，所以我检视了一下我个人的政见跟蔡英文总统的政见，在有关澎湖的部分，进度最慢的，很遗憾就是内海的清除。好，我知道署长有心要做，可是动作太慢。澎湖内海的清除，内海的清除，其实它牵扯的，它关系到澎湖的渔业发展，也关系到澎湖的观光发展。那渔业跟观光就刚好是澎湖的两大经济命脉。也因为这样子，所以蔡英文总统到澎湖去是直接宣示4年就要花5亿的经费来投入澎湖内海的整治。那我们半年过去了，我们目前还停留在宣示的阶段。署长速度其实立马进入新嘛哈，所以在8月23，我们就到澎湖去做过第一次的场刊。可回来以后，我不知道你们目前的进度到哪里。这五亿啊，速度要先讲哦，我这样想的哈。我对于我自己的政见，跟特别是蔡英文总统的政见，其实我们都是很忠实的，定期在向选民做报告。好，
那今年年底要做报告的时候，这一项就变成缺项，因为没有进度，我就不能拿出来。那我现在不再跟你做探讨，万一明年又是缺项，台积就大条啊，说定。凤姐，好不好？洪凤姐，我改一改，分配回乡亲报告哈。嘿，那有委员为了这代志，已经叫我去个办公室哈、哦，所以咱个去配合坐船在海内底看。哦，哎、啊，可惜伊讲咱海内底看，咱要找垃圾，大家可能笑死无。咱看靠是无遐济垃圾啦吼、哦，但是无论如何，咱全国要清理海洋的经费，明年澎湖内湾是占大概超过50%。澎湖内湾占全国千里海洋垃圾的经费啊，超过50%。所以，我要上六位乡亲报告，你那一单哦，一单一天的清代理清理台湾海洋的垃圾的经费多少？几千万呢？你们知？几千万。所以我常说，我们是一个岛国，我们要一个岛国。为什么？行政院长，为什么行政部门永远把经费放在路上？岛国就是你海洋没有保护好。岛国的发展就不会很顺利成功，可是我们长期以来就是愿意把钱放在路上，为什么？因为路上很容易看到政绩。书记，我提这个内海整治计划的时阵吼，我有甲阮平阳讲一句话啦，讲这就是把经费跑落去海内底，大家看无到的，提这最良心事业啦，是好。你那是无较紧的先甲陈网弄掉，咱第一次敞勘确实没有看到很多陈网跟垃圾。其实海底的垃圾并不多，多的是陈网。我希望我们能够从明年开始，不管你是跟海军去做结合，让海军去澎湖内海做渔地训练，然后顺道打捞陈网，或者是你们发挥经费来做。明年最少必须要开始启动沉网的部分，沉网没先起来，海底的淤泥就很难处理，搞不好沉网全部清完了以后，它水流就自动把部分的淤泥先带出外海也不一定，好不好？好，兄弟，这个代志吼，都是挺爱。加紧努力啦！我甲台湾乡亲报告啦吼，因为咱永远这点除了迄以外，咱嘛在研究讲是毋是要在中间吼拍一个通道，那个过海水会使循环回流。所以那个构想吼，那个构想知识体大吼，知识体大，所以我的建议是，我们先把沉网打捞起来，打捞起来以后，搞不好它靠水流有部分的淤泥，它就自己清除出去了嘛。那每年都要优先配合来做，好，好不好？对，好，谢谢，好，谢谢署长，好，谢谢，好，谢谢杨委员啊。我们接下来是黄秀芳委员，署长，我看你不用下去了，喝口水，把水带上来好了，喝个水好了，喝个水休息一下。好，谢谢，主席，请署长，好，李署长，谢谢。署长，老张，好不好？已经中午啊，哇，中午了哈，已经中午啊哈。那个整个早上我这样听了哈，整个全国的这个焚化炉哈，目前要除以也是20座哈，预计原本时间到要除以的是20座。对，啊，我们超几年啊？哦，他平均哦，留了的已经用15年，平均大概拢15年啊。啊，超过20年的有几座？还没20年就成内湖哈，内湖木栅新店。树林南文山，这较早起的，内湖是迄当中嘛，经过很大的争议之后，第一座的焚化炉。是，所以那个都超过20年了。所以新北和台北他们地方政府的裁员靠高，应该的都已经在走啊。是，应该在走。现在我手边哈、就是我们彰化核煤厂哈，迄间咱都不爱走哈。有咱大家一个波州嘛，那个波州，记得彰化核煤厂还有其他中小型的焚化炉嘛。这个彰化核煤厂这个焚化炉是算小型的哈，而且它也20几年了。我记得我在当议员的时候，那时候就是针对这个，在县政府有针对这个部分说一点没有厨艺啊。好，那后来因为可能就是垃圾爆发一些垃圾的问题，所以又县政府这边又补助了500万，然后整修之后又让它继续烧。那这个部分当地的民众担心的是，因为它这个设备老旧，
然后整个它是在那个二高这个二高的旁边哈，在高速公路的旁边，然后它的那个烟囱也很低哈，所以影响到周边的住户啦。所以我不知道说针对这个中小型的焚化炉，像彰化核煤厂这个已经都超过都24年了哈，将近24年，这个还要继续用吗？还是所以核煤并不在我们的这个研议计划里面？那不在研议计划里面，你补助这个是要继续让它使用，还是有一个核煤这一场，就是说我们在政策上，并不让它说去继续来哈。未来是上当成一个焚化炉的使用，我们希望它能够渐渐除役的。渐渐除役哈，我们希望是这样子啦哈，就是说，因为它设备老旧哈。那另外就是说，我看到所有的这个超过15年以上的这些厂哈，其实它以目前你们是要这个污染防治的设备，还有提升燃烧的效能哈。那如果以我们彰化西州的这个焚化炉来讲，其实它的燃烧的效能好像不太好，就16年了。16年，它那燃烧的这个功能好像不是很好。现在就是、那这个是不是因为代操作厂的关系？两方面，一方面当然是机器用了15年以上哈，当然老旧折旧，这是一个因素了哈。那管里面不同，我们就比较不同的焚化炉的它的效能哈，它能处理的量的百分比，我们就知道管理绝对是占重要的因素。是，好，那我这边是不是可以要求，就是说哈，全部这个全台湾全国的这个焚化炉，如果是代操作的话，那是不是可以要求？你们可以要求他是不是要定一个 SOP 的一个程序，或者是你们定一个标准哈？要不然如果说他整个这个管理不当哈，管理不当，或者是整个效能这个降低的话，其实会影响到整个所有垃圾的燃烧的这个状况哈。尤其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彰化西州这边也发生了这个垃圾，真的是他没办法，就是没办法，有的是可能停机，然后没办法烧，所以垃圾堆置到各县市的这个堆置场哈。所以像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中央对于代操作的这个部分，你们是不是要制定一个标准？我觉得一定要我们应该，我们有这样的所谓的技术规范。那你们现在有吗？我们有技术的规范哈，是它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哈。但是呢，这个再好的一个工厂哈，你有不同的管理人员就像刚刚讲的，管理方面有可能为了看不紧接哈，还是没那个积极的态度哈。是，所以我们也认为，如果真的非常不好的哈，我们也建议说要停止契约了。是啊，所以中央可以跟地方这边配合嘛。如果这个代操作厂做得不好的话，是不是可以终止契约，然后就不让换别家嘛？对不对？对，我这个部分哈，因为不同的经营不同的产权的属性哈，是我请总队长讲，我说至少从我的立场，经营非常不好的厂商，我们就希望把它解除契约了。好，那请总队长。那现在就操作商的部分，因为就是现实跟操作商是有签订契约，那基本上如果这个操作商没有照契约走的话呢，那现实就会照这个契约来给予处罚。那要停止这一个，给他就是给他撤销他的这个操作权的话呢，那也要达到这一个他们企业当时定的标准。好，那现在刚刚谈到就是说，有些操作商可能就是在那个边缘上，在那边上上下下的话，那可能也没达到检验的标准哦。那这个部分可能是未来可能我们刚才讲说，我们定了技术规范以后呢，那我们也希望现实在甄选这一个操作商的时候呢，应该要多定一些标准来。那个我跟署长在前阵子哈，我也蛮关心，就是说我们地方的除了废轮胎之外，还有事业废弃物啦哈。那像西州焚化炉的话，它有5%是燃烧这个事业废弃物，那有的部分就直接送到外县市其他厂去焚烧哈。那像这样子的话，在前阵子就是说他们这些事业废弃物就是无处去。所以那时候也请这个环保署这边居中协调哈。那像这样子的话，就是环保署居中协调的话，以家户垃圾为第一优先，再来就是事业废弃物嘛。那像以目前哈高雄小港这个焚化炉好像目前是有状况的，对不对？那就是
那一天就是桃园和高雄哈各有一座哈，就是小港这座吗？啊，南区的，是南区，他们叫南区焚化炉。所以现在目前是整个停摆，没有在这个在使用。最新的状况我不清楚哈，我请总队长他清楚啊，他们总队知道，说明一下，哎，科长说明一下。修理好了，修理好了。那现在有继续在使用吗？桃园市的部分，因为他当时就是在储坑烧起来，那有两个那个抓斗跟那个控制室都烧毁。那现在这个已经修复了哦，他们现在也开始做。所以哈，我要讲的就是说哈，原本高雄这边有三座的焚化炉嘛哈，那其实就是说我们以彰化这边来讲，有一些他们事业废弃物在彰化没办法处理的时候，他们可能就运到外县市去。那现在外县市之前小港这个又处理这个出现状况的时候，他们这个一些事业废弃物的这个环保商，他们就把这个事业废弃物可能就先堆置下来哈。那堆置下来会产生一个状况，有的是厨余，好有的是餐厅的厨余，那有的是这个工厂里面的一些事业废弃物哈，那堆置下来之后，可能就会有一些恶臭，或者是有一些蚊蝇的滋生哦。那这个造成邻居一些抗议嘛哈，所以我希望说未来就是说焚化炉哈，所有的垃圾，当然我们都不希望说垃圾堆置在我家旁边呐哈。那希望说我们的环境能够好一点，我垃圾不希望在我家旁边。那像这样的话，这种状况的话，是不是环保署可以跳下来居中协调？好，各县市的垃圾，因为你是在上面嘛，那各县市应该也可以听命于我们环保署的调度哈。那是不是说环保署这边未来如果有发生垃圾的这个无处可去的时候，环保署可以居中协调，然后真的是调度哈，我们的家务垃圾要往哪里送，我们的这个事业废弃物要往哪边送，是不是可以请署长这边做一个承诺？这一定要的，来个摩托行动也招得家来了哈、啊，所以当然这是责无旁贷。所以你讲可不可以一旦投洪发生这代志的时候，我们总队也从协调到从基隆到新竹到苗栗，大家都各分担七八栋、弄八栋哈。啊，然后桃园郑市长伊嘛就有欺骗哈，伊都是在迄个工业区内底哦，佮启动另外一个焚化炉哦，所以全面的处理，因为是两百多人的大关哈，所以类似这种事情发生之后，我们绝对责无旁贷，一点和地方政府协调。好，那我希望就是说哈，家户垃圾第一，然后事业废弃物也要帮忙处理了哈，要不然这些事业废弃物真的无处去。但是给委员报告一下，大家我们委员会都希望说以家户垃圾第一优先。当然家户垃圾第一优先嘛，那还有余量的时候，就是事业废弃物也要帮忙处理嘛。那当然。那另外就是说署长你有提到就是说垃圾要随带征收。好，这个处理费要隨帶徵收，鼓励往这个是应该是我们台湾一个很进步的政策哈、哦。是。那地方一时之间也有各种不同的条件，那这个部分我们都非常了解，我们分别沟通，我就说我们可以分区分段。是。如果你讲啊，依然台中哦，那个给你台中管。但是李维公哈，还是要以都期哈、哦，先都市先来示范。那当然。那你不要一下子就全部这样做的话，比如说彰化也可以，彰化市的，就我哪个集中的时候再先来做几个示范开始，分区分时段。是，所以你不要全面这样子，没有沟通协调之后，然后你就全面这样做下去，我觉得这样会引起很大。我们说这个方向，是，一定要这样尊重地方的因地制宜。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黄委员。那接下来是中孔照委员。钟委员，请拿那个麦克风哈，因为那个声音破的，好，来。那我的声调也不太好。好，谢谢主席啊，就请署长啊。署长。钟委员，高上，我请我们的校长、队长、吴处长都坐会，好，谢谢。好，没关系，不用等，午安。啊，五安了、啊，我敢不敢？还有在座的大家也是一样，五安，他搞货了哈。好，署长，这个建筑物你看过吗？人家看不清楚哎、欸。看不清楚哈、哦。晚上这个看不出来，怎么好像什么雕塑品？很漂亮哦，看起来蛮漂亮的。这是焚化炉哎、欸。哪一个国家的？这是丹麦的。我在维也纳也看到。就是像黄金一样的皇宫的焚化炉，
它的确是这样，就市区里面夜间灯光在打射的时候、非常漂亮、的确漂亮。而且你知道它离当地的天主教堂非常的近啊，才2000公尺而已。哦，非常近，的确非常近，非常近。对，但是它焚烧的容量非常大，而且产生了7000公升，光那一个城市太小声了。没有碰到署长，可能讲话要小声一点，因为现在眼睛在瞪着我看。好了，我现在看赵伟，我看赵伟。所以今天要跟署长探讨的就是对于焚化炉，因为现在要研议嘛，我看你编列的预算也是研议。署长也知道，其实在这一次的预算里面，我没有特别去对于焚化炉的各种预算去做冻结，其实我们就知道。我们一直每天都在产生垃圾，那产生垃圾不管是家庭的废弃物也好，或者事业的废弃物也好，其实我们环保回收的机制，其实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了。对，所以从可以再加强。从署长的报告来，对，包括我上一次你来，我也特别提到一些的监测的一些的计划嘛，包括用物联网的这些都可以做。的确，的确。啊，所以在做整个的。回收的垃圾其实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作为气电共生的一个发展，所以在包括一个环保的一个回收的一个概念的提升嘛，就是你一直强调的分类啊，包括焚化炉的运转渗转效能会不会过剩啊，因为如果照你的逻辑，未来台湾的焚化炉大概不用这么现在的26座，可能会更少。对对，会逐步的减少，会逐步的减少。所以这是署长的一个使命了、啊、包括未来的底渣的数量啊，最近比较多啊，到底它的原因在哪边啊？包括热质量的精算的一个它效能的一个评定啊，其实都是我今天想跟署长一起探讨了哈、啊，谢谢，互相共同努力的，请指教目标了哈、啊。我想我们的焚化炉大概是在民国1991年了、啊，81年开始。那到目前也有一个20年的经验，相对于焚化炉的一个厨余的问题，那现在我想问署长的，我们的焚化炉目前为止，不管是什么垃圾啊，都拿去烧嘛，啊，不管是家庭废弃物或事业废弃物拿去烧的时候，它的热值计算跟它的隔热的规划的问题，那么就是我们在讨论旧的焚化炉要给它新厨余的时候，要赋予它新生命。要给他一个研议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在这新研议的注意事项，因为毕竟有些委员可能说时间到了就应该会掉，啊，也有说那要继续研议。那我看行政院包括署长提的预算报告来对，是希望能够在既有的规模之下再继续研议，所以我才会说在研议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对于热量的一个计算，包括我们的所谓的隔热的一个规划。都要给他做好。我觉得委员真的是非常专业的哈。这个他设计的时候，他是800度的，还是1200度的？1200度。的确，不同的，我是一个大概哈。温度。我去看了不同的焚化炉，我没有那么专业，但是至少大概我抓这样哈。那不同，它就有不同的设计，里面的隔热的，刚刚委员所讲隔热的那个建筑的材料都有关系。的确是这样的。所以现在环保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回收制度嘛。环保署为了要推广那个环保瓶的一个回收的一个机制，当时都有奖励2块钱嘛。其实现在环保瓶现在也几乎已经可以抽出来作为衣物或者其他的的确多元化非常进步品出毛毯、衣服都做了都可以，也就是朝向从。摇篮到摇篮的理想，对循环经济嘛，哈，的确，我想这是啊，署长一直在强调了。当然，厨余也回收也要有进步嘛，所以现在陆陆续续的焚化炉效能的一个产生过能的话，哈，那接下来会不会有垃圾？你要面对的是垃�圾，就像你减量之后会不会垃圾没有地方烧了？你说不够烧还是没地方烧？不够烧，所以它就目前就是一般事业废弃物也要一并处理嘛，啊，但是以家户废弃物为第一优先，剩下的量，比如说我们就保留30%，
到40%之间，有不同的焚化厂，它的能量不同，所以大概以目前还是以这样的一个比例啦。但是无论如何，还是以家务的时候为第一优先。那是要记得，经济部要考虑未来，因为你除了家务优先之外，其实我看到的数目就是事业会几乎越来越高越多嘛，相对的抵押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庞大。现在大概每公吨都100公吨就会有20公吨的抵押嘛。对，那这些的废弃物的增加的抵押的居高不下。那署长，这些的抵押要怎么做处理？现在我们当然和各县市政府其实他们本身就在规划也有几个县市已经透过内部市政府的协调，要他公务单位在地方在合可动到的公共建设的时候，道路建设还是公共建设，也就是说一定要有办法的去监控，一定要用一定比例的本地产生的抵押，而且要去有效的去监控。的确的确啊，不然你把它丢到哪里去，里面会产生什么其他的问题？没错没错，怎么？其实像台北港，它铺两公里用抵押来做这个集配的时候它就省掉2000万。的这个材料的费用，所以除了地方政府，几个地方政府，包括桃园、高雄都很积极，那台南、台中都在研议之外呢，因为人多，未来环保署其实跟经济部其实有时候是有不同样的见解啦。也许你可能把它当作一般废弃物，也许你可以把它可利用或可再生的资源，废弃物再生资源，再生资源。哎，所以我会建议署长跟经济部这边是不是也应该做一个平台让一些的可利用的资源产品，应该让它继续循环再利用嘛？那当然，它才有它的经济。除了经济部之外我也和那个公共工程委员会吴主委来。做工程的使用方面地方政府之外，我们希望中央政府在工程的规范里面呢，也能够做适度的规定，让这个再生的这个力量抵押可以来使用。所以我才会跟署长说，怎么样去精确的抽样现在的垃圾的成分组成嘛？包括现在的电脑的效应也不像以前啦，现在电脑的分析，我想环保署可以更用心啦。既然我们对于焚化炉的热值的一个计算，包括它的硬体相关，没有办法一次到位嘛？因为刚刚署长也特别讲，因为那个计算的热量的值的一个计算的一个精准，可能目前我们新的一定会提得更高啊，新的提得更高，但是精算的精致度没有办法一次到位嘛？所以你们一直希望能够努力。让这个热值的一个精算能够更高，这样对于未来焚化炉要怎么样清除后续的处理，你们才能够更有进一步的方式去做处理。那这里面还有焚化炉的炉底，包括我刚刚讲的一个隔热的问题隔热问题，就是署长，焚化炉的隔热大部分用什么来做隔热？这个技术面我请这个吴处长，他们两位专家。我想委员这张图也就用得很精确了但外面是水管蒸汽管嘛，是要去发电嘛，外面是防洪泥嘛，然后你我想是有，因为你要气垫工程一定会有水管嘛，对对对对，那你水管一定会含有路跟流嘛，对对对 对，所以它就会容易造成酸蚀破洞，对，或者说孔蚀嘛，对对对，就是我们讲的破洞啊，对 对， 對，我甲苏丢讲啊，我较早伫中油是过火点哎，所以用抖音看那个啦，内阁，所以像这些，因为进那个砖因为你是用耐火砖耐火砖它的好坏真的差异很大，所以委员你做内行这个技术面都应该是专家了。那我想问说，你们用本国的多还是用进口的？请那个左队长您来讲。就这方面我没有答案，我不了解，就没关系。这个我没有数字，可能我再没有数字再了解一下。其实你们应该有一个，因为毕竟毕竟你要让气垫公升隔热的效果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有水管，你要产生气垫公升。这个焚化炉最主要的，刚刚我会特别提到，为什么丹麦的那一个焚化炉，它的气垫工程的可以供给一个城市，让它的城市的一个发展，并不是需要靠
其他的发电，而是靠垃圾焚化炉的产生的发电。谢谢钟委员哦，我也叫三十秒。我们希望能够像这样不断的把垦丁焚化炉的功能，你讲的丹麦那个，我去看了阿姆斯特丹，这个对城市他们冬天很冷的地方，热能的供应、热气的供应都很重要，都很重要。而且可以盖得像艺术化，这么美丽。所以我们希望对于焚化炉里面的工作人员的高度肯定，能够肯定他们，他们就是这个循环经济的第一线的工作者。我希望我们能够这样来看待他们。我知道，所以我才会说，你既然要一个延役，要把现在已经到期的要继续延役。那你要继续延役的话，相对的，你后续的不管你的炉管的炉壁或它的耐火砖，是不是要重新去做检讨？是不是要重新去审视？一定。那明年我们明年就规划期啊，这些部分都会来。尤其是你有很多都是公办民营啊，你用 BOT 的方式啊 ，BOT 其实就是一个萝卜跟一个棒子的问题了。啊，就是一个公权力，你要不要去伸张？因为讲白一点，在民营企业里面，那 BOT 接下来我们在会有十一个就要到期，那这个到期，你签约的合约来对，是不是应该重新再检视以前的合约？那当然，是不是新的开始？你那新的合约应该要怎么样业者能够遵守？那当然，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委托给民营。这就是一个萝卜，你送他红萝卜吃，但是你要有一个公权力，那公权力怎么样让民营的业者更能够对他的焚化炉的一个使用的一个保养跟维护？那这一部分就是后续我们在执行监测的时候，环保署必须要扛起这个责任。我一定会这样做，我一定这样来要求啊，诊断过去的缺点，那未来一定新的契约的订定里面，怎么样的新的一个规范。我们会注意委员的提醒，好，谢谢。好，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啊，其实本来还有要想说做一个结论。其实我想焚化炉其实就是可以很亲民的了、尤其是台湾未来要走向非核家园的此刻，焚化炉的气电共生是非常一个良好的一个能源的一个供应的一个方式。那当然，所以署长，未来你扮演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了。不敢。我们会努力做，所以我说在发电量的提升，不管是非固体的底渣或非化固物的一个掩埋、底渣的气化或者相关的未来这些的通路，可能我们都要继续努力了。谢谢啊，在这边一起互相共同勉励了。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署长，谢谢，谢谢。好，谢谢钟委员。那接下来是卢秀燕委员。您不用下去了。我想要让卢委员请洽解一个。来，辛苦了哈。对，五万卢委员。署长，我想请教一下哈，最近发生一个新闻，就是有关于这个苏打绿在台北小巨蛋啊，那他演出，那他的过程当中因为有唱跳导致于噪音，这也是环境的问题嘛哈，导致噪音，那所以呢，这个台北市政府就要开罚。那当然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讲很委屈，因为有一个重大设施在他们那边很好，可是如果常常制造噪音的话，那当然非居民之福，所以难怪居民要抗议，他们很委屈。可是对于张惠妹，对苏打绿来讲也很委屈，他们认为政府应该提供可以噪音隔绝，可以让他们充分表演的场地。那所以呢，柯文哲市长他就答复说了，说未来他们所新建的北流中心，就是台北流行艺术中心呢，可以做到两者兼具。那当然，未来的北流中心并不表示它没有居民，而是说它可能这个场馆里面，它在隔音设备上有做到，所以呢，他认为说可以不妨害居民，没有噪音，又可以让艺人们尽兴的表演。所以我就联想到，可是现在的小巨蛋有没有改善的空间？这就好比以前我们立法院，我们没有残障设施，我们是一个老旧的建筑，当时要做改善的时候，大家也说不可能，那我说在也当做残障设施。其实我们看我们现在的红楼，我们加装的电梯，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坡道等等之类。所以以你的专业来看，
像小巨蛋，像小巨蛋，那北流究竟不能取代小巨蛋，就像那边的厕所不能取代这边的厕所一样，所以小巨蛋有没有改善的空间？譬如说它加一些噪音的设备等等之类的来做个改装，那可以达到维护居民的安宁，又可以让演艺人员尽情表演。第二个，目前政府自己本身要具有这个带头作用，如果政府的公共大型场馆设施不只是小巨蛋呢、啊、那以后很多的这个大型活动也都在各种场馆举行，如果政府自己的大型场馆在噪音隔绝上、环境的安宁上不能够做到以身作则的话，那怎么要求民众？所以您准不准备制定啊，全台湾所有大型场馆、政府公共场馆它噪音的检测以及要求改善措施？那这两个问题，第一个小巨蛋的会诊有没有改善，两者兼具的方法；第二个全国大型表演场馆它本身的体检以及要求改善措施，谢谢。谢谢委员这个两方面的一个指教哈。我觉得你替演艺人员替居民双面来把这样如何去说出来。第一个环保署因为基于这个噪音的管制是环保署的职责哈，所以这样的指教我觉得我们要很认真。那以我虽然不是工程专家，但是我看过很多的居家，它本身就可以加装这隔音的设备，导致他被卡拉 OK 都没去插的 KPI 哈，也有一些商店，他要提供卡拉 OK 的设备的时候，他也做了这样的设备的规程嘛，该开源的处理，所以这样来类推，我认为小巨蛋的改善应该有可能啊。我是并不是小巨蛋的建筑的相关的监管单位，但是以我们尝试，我认为这个可能，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说，这是比较制度面长期的，未来希望说是不是就噪音的管制，顺便给委员分享一下。噪音一直都是我们每个月20,000多通的全国的各种环保议题的陈述事件里面很重大的一项，好，大概前两项，一个异味，一个就噪音，这两项。所以噪音这个，我们委员就这样讲，我们在全国的公共设施将来在盖的时候，一定要把这样的设备噪音的隔离设备啊，要列为一定的标准。未来我是想，现在有的场馆，比如高雄有很多场馆，我台中有很多场馆，那将来有很多的大型活动也可能在里面举办，那会不会引起噪音？所以我建议环保署对现有的大型的场馆应该下去体检，然后同时把资料给我们哈。那政府应该根据这样子下去编预算做改善哈，不是只有小巨蛋的问题。好，这个我们来检测了哈。那多久可以完成呢？我这个我要了解我们的人力物力好不好？我再给委员说明。半年可以吗？我有点话懂，半年可以吗？半年可以是吧？好，半年可以了。对，政府自己的大型、应该包括县市的，应该所有的。你站在环保，我相信类似台中歌剧院应该都有这样的。对，就比较好的，比较新的，应该没有问题。像旧的台中的体育馆，您夫人在任教的，对不对？体大的那个体育馆，如果在里面张惠妹要表演的话，可能也会有噪音问题，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像这种新式的馆，应该下去体检哈、要下去体检。那同时也应该要。去给他政府要编列预算改善。那回归呢，就是说柯文哲那个小巨蛋的话，你们会用专业的，因为环保署究竟很多专家，你们会不会协助他们？当然要看柯文哲愿不愿意，问问看有没有改善的空间。如果有改善的空间的话，也许可以两者兼具，又可以维护到这个居民的这个安宁，同时又可以让演艺人员进行表演嘛。你们会主动伸出援手去关心他或协助他吗？大家这么熟，好，他们一定很积极在办，包括还有震动的问题。我知道这个议题已经吵了一年多了哈，对，包括你讲张惠妹一直到苏打绿都有这样问题。我相信台北市政府已经在处理，但是呢，因为委员有这样的一个垂询，我们会主动联系。好，接下来我要请教什么？我们今天谈到的是这个垃圾场环化炉的问题嘛，其实很重要是一个减量的问题哈，那这是源头的问题。我自己今天是第三次在这地方质询，就是有关于我们的卫生纸能不能冲入马桶里面。全世界现在只有两个国家，那个厕所那个卫生纸不能冲到马桶啊，一个就台湾，一个就中国大陆，这是落后指标，很尴尬。每次这个
我们这个到那个什么到国外去旅游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尤其在日本，他们特别在他们的厕所贴一个，请你把卫生纸冲入马桶里面啊。为什么呢？对不起，现在是中午时间，我用一个很具体的来形容画面来形容啊。如果现在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有很多沾有屎尿的卫生纸在我们这个空间里面，就在你的旁边的话，那你想想看，你的感受是如何？尤其台湾一年十二个月当中，有八个月是高热的天气啊。容我给你打岔一下哈，因为我完全赞同你说，我已经检讨这个政策，是我要求环保署新的政策就是冲入马桶。是之前他们因为其他考量说，因为会造成污泥污泥要处理，所以你这样下去的话，又增加了污泥的量。大家说过去的思维，我认为从生活品质，啊，你在那个有那个空间的时候，对我规身躯的较轻松健康来讲，比你那个说的唔对。从很多方面说，我们已经要求这个改掉这样的政策。那什么时候可以做这方面政策的宣布呢？这个我请处长说明一下，因为我已经要求几个月前就处理了。那个跟我们报告，因为以前可能不要考虑，就是那个本身卫生纸那个长纤维的长短的问题吧。那后来冲下去又变成会到下水道，那下水道变成那个坡度啊，是否不适宜输送？那当然，刚才署长提到这个一些其他的那个后面处理嘛。那署长，我想我这个指示到我们再做一个评估啦，好、哦，看看这样子，因为不只彻底环保的问题而已。对啊，这不是评估啦，就是这个一定是政策要来做的哈、哦，就是要冲入马桶哈、哦。那其他配合这个政策做调整，对其他的生活方式、建筑建设要配合这样来调整。第一个哈，我肯定你，为什么呢？你是我问到第三个卫生署长关于这个问题哈，这个环保署长，你知道你是第一个正面答复，肯定的。其他两个署长都说啊，不行啦，哈，不行，也不愿意去做。你是第一个愿意处理这个问题的人，当然处理这个问题要有很多的配套。包括未来我们对于卫生纸业者他的卫生纸做的一个规范，生产规范啊。第二个，对于下水道业者啊，包括我们的马桶啊，它本身应该是怎么样的，都要去做规范哈、啊。当然工程很大，但是呢，我至少肯定你啊，你是我第一个，我这是第三次问，第一个愿意正面推动，而且愿意来答复，而且你有所准备。不过，做任何事情不是只有定目标，什么时候做到比较重要嘛，哈。所以我想请教，什么时候可以来开始推动呢？你们多久可以完成这个配套呢？这个推动的政策的宣示，哈。我们一个礼拜就来宣誓了哈，这不就这样讲哈？但是后面的，譬如说，哎，卫生纸业者的协调来了解，那可能要一个公听研商的过程，譬如说用三个月，啊，因为很多业者嘛哈，再来污水下水道的相关的部会，内政部啊相关的做马桶的业者要找来他的法规，这个有一个不同的业者，不同的公听研商，让我想用半年时间来和大家来协调，好，我非常。这个觉得肯定你在这方面有注意到，而且愿意改善，谢谢。好，应该的。谢谢卢委员。好，那么接下来是苏志芬委员。苏委员质询完之后，我们就休息到下午两点半。好，苏委员拿那个手持麦克风哈。主席，谢谢。主席，可不可以请署长，好不好？李署长。署长辛苦，首位啊，五安，哎，五安，可辛苦了哈。没了，应该。不过最近我们署长很好哎。唔该。哎呀，你看十二月六号，你看《自由时报》登的这么大。你是讲？哦，你在于扯到《自由时报》登好大，这算不算自助性行销？谁在征收的事情啊？嘿。哦。李应元表示，应该朝垃圾减量跟县市互惠两个方向着手嘛，哈，嘿。所以我就觉得，哎，我们这政策方向，我想应该哎，那了。嘿，我们署长是个好署长。唔该。嗯 ，OK， 好，那么署长哈，我们都知道的话，垃圾来讲的话，你现在要推那个谁代征收嘛哈，但是会有几个面向的问题。第二，想请问到署长，我们的垃圾的处理量是随水费征收嘛？好，那如果你要谁代征收来讲的话，变成是垃圾代老百姓代自己买嘛？好，
所以水费的话，就是它的水的处理的费用是随水单征收，这个部分有没有可能减？减，对，那一定要的嘛。好，一定要哈，因为我既然不处理垃圾。不是，垃圾还是要处理啦。嘿，现在就是说，从人的动机诱因来讲，因为我水水费征收，我不会直接的感觉，虽然嘛是有交集哈，嘛在讲爱，因为我这贵，爱来爱个性接性哈，但是因为那呢，直接用垃圾袋在集垃圾的时候，迄、那个减量的效果一定较好啦，一定的，那当然是一定会好的哈。我是提醒署长啦，因为民间的话，说不定人家就会挑战。好，那因为你学贷征收的话，就是变成是啊，老百姓的话，他会多增加一个嘛哈，每次双重收费，每次双重收费，所以就本人都是该提醒一下。这个绝对是要这样做才对，甚至是他的经费，他的整个人垃圾的费用哈。好啦，你卖过一直讲啊啦，减少讲啦。好，谢谢谢谢，我一个 ，OK， 那现在的话，如果谁贷征收的话，我想我们一定会有个目标嘛。哦，个目标啊，比方说全台湾的话有几个县市，那么你比方说有些县市的话可以开始来推随袋征收，那么垃圾必然就会减量，垃圾会减量的话，我们就会评估到说焚化炉的量能嘛，对不对？嗯，好、哦，好，这部分有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它绝对是会互动的。对，我说我还是要第二次再提醒署长好不好？因为你是好署长，所以我再特别改提醒者哈，你焚化炉的量能。比方说现在的话，你提个预算的六年哈，啊，就办了这个月。好，那要除役的或者是要延役的哈，有些焚化炉，这个变成是说，哎，交互垃圾的焚化炉到底我们要有多少量能？就变成说我们需要有多少垃圾，它是什么？它是该焚化的，好，它是不可回收，好，好不好哈？所以现在是说可回收的，好，或者是说不该，或是只能进焚化的，所以现在在评估说。该进焚化的量有多少嘛？其他的话，我们一定要努力做到。该掩埋，该掩埋；该分类的分类；该回收，该回收；该再利用的话，我们要再利用它嘛？对，署长是这样子嘛？好，那么请问一下那个署长，那这样子评估的话，像转换成这样子的话，评估焚化炉的量能，我们交互需要多少？我们事业废弃物需要多少？我们有毒的废弃物需要多少焚化炉？多久可以评估出来？我们外交总队长来拨充一下哈。第二，有毒废，有毒东西，我占太多时间，你会占太多时间。我就会提醒署长，好不好？谢谢，谢谢。因为你一定要评估这个量，那一定要这样的。好好，那刚刚的话，因为中统少委员的话又提醒署长，因为其实是这样，交互垃圾跟事业废弃物的话，它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槽坑嘛，啊，对的，就是你要分类焚化嘛。第三个是热能的问题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才这么反对。事业废弃物进入交互垃圾焚化炉，就是这个道理嘛，啊，你好唔好？哦，我了解。OK， 那么垃圾量的话，跟处理的方式，它的变化的话，已经是个很大的趋势了嘛，哈。所以署长的话，好署长，今天特别一直讲好署长，所以呢是评估的重要的依据喽，对不对？哈，嘿，那我们在评估这个量能的话，当然会牵涉到说你的时程嘛。好，你像全台湾的有几个乡镇，哪几个乡镇的话，它的条件比较够的，它可能要站在第一线。但像云林县呢，哎呦，一直主张的话，焚化炉不要启动。好，老百姓的话都觉得是焚化炉不该启动，我们要保护净水厂，所以它也应该被列为怎么样优先嘛？啊，那对不对？嗯，对嘛哈？署长对不对？你。因为他现在不在我们随袋征收，他不在严厉的范围。随袋征收还有垃圾的减量，这个云岭的焚化炉，我一说双方大家都要努力的，对不对？他不在严厉的范围了。中央要努力的话，要去启动区域焚化嘛，哈。还有一些焚化炉的要严厉，我们干嘛进行这积极的作为？其实之前的话就一直在跟署长讲说，怎么样？因为我们的署长是好署长，我们的署长呢跟以前的李龙斌、郝龙斌不一样，对不对？啊，跟那个沈世宏也不一样。因为我们是现在有个好署长，好了，我们现在的评估的逻辑，这样讲我就给，但是回来所讲的互惠啊，互惠我们也特别提醒了哈，互相要互惠，互惠点 ，OK， 这互惠也是我主张的，对对对，所以我也主张公借的，所以呢，垃圾减量还有包括的话互惠，这东西一定要推了，来一点，所以呢，各个县市的话哈，该谁在征收垃圾要减量，然后比如讲的话要互惠。你锁定是哪几个县市？要开始先来做。不是啊，刚刚的都在都提起的，讲的是谁在征收哦？我简单两个都是一在减。你刚刚也提到说跨县市代焚垃圾嘛，对不对？跟县市互惠嘛，对是
你觉得是 哪几个县市要去推动互惠啦？那哦，不，都、就是五分化炉和无分化炉一定要互惠。是嘛、啊？所以你锁定是谁哪一个县市嘛、欸？要先开始来启动，就你要去协调嘛，对不对？你要去游说嘛，县市互惠、欸。那么在你的时程政策的执行时程里头的话，你是先锁定哪几个县市要县市互惠嘛？也是因为县市互惠的话，我的垃圾照可能强力把它管起修嘛，干不是？对，系啊。其实所有人，现在咱起来是、嗯、哦，你讲其实拖很好，以前拢我都给你处理哈、哦，这个崩起了嘛是对家人一。喂，署长，互惠到跟苗栗。我跟你讲，不跟你讲啊，好，我明一点。好，我现在这样子哈、哦，我刚的话跟署长特别提到说，我们要去评估焚化炉的量能嘛，好、嗯哦，好。那署长，你可能再要去考虑一个问题，我是提醒啊，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刚有提到说该焚化，该焚化的垃圾我们才进焚化炉，不该焚化不必焚化的就不要进焚化炉啊。比如讲说厨余的问题，你也注意到了。好，那么源头我们要减量，那源头减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啦，就是说，如果该焚化的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一开始的源头，我们用的不应该进焚化厂的材质嘛，对不对？好，那么不该进焚化厂的材质，或是说我们可以少用这些材质的话，那就什么就可以让我们该进焚化炉的垃圾就会减量嘛。啊，有什么材质？这个材质的话，变成我们在制造端里头，我们的就设计端了、啊。嘿，而委员讲的就是非常非常源头的设计端。对，我非常赞成。有哪些物质？有哪些物质？啊，你的像行不行？你那什么总队长，我你请来讲啊。我来总队长。你先讲啊。没，那我先讲啊。对不对、啊？基本上就是说，这个焚化炉要进，没有，你跟我讲啊。会检查就是说，不是啦，他的制造端嘛，署长，你知道我的意思，你的总队长是不知道我的意思哦。我可以讲过去的政策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当时在诟病那么多？因为你知道吗？因为过去的话，沈世宏在当署长的时候，他用的主管是用什么主管？署长，我提醒你，如果这些处长的话，这些主管的话，他可以当什么？过去沈世宏在当署长的话，很好很好的幕僚来讲，今天台湾的垃圾不至于造成这样，现在这么样棘手嘛，对不对？所以你还要用这些主管吗？不是，这个主管外乎这些，我来用的外乎这些，做外一都没完。署长，你再看下一个表吧。政策。署长，你再看下一个表。好，我这个表，你讲这个真正做运动的啦，从源头设计端来处理这个。好，我署长，这个表再看一下好不好？好，署长。好。好，你看看哦，最下面那个表是什么？垃圾的焚化量。好，来，再来的上面来那个黄色的，就是垃圾卫生的掩埋量，再就是资源的回收量。我们看到资源的回收量的话，有逐年增加嘛，对不对？好、这我们该肯定。但是我们看到呢，这个垃圾的产生量的净的焚化量，你知道吗？每年的下降只有多少？ 1.08。所以过去我们的公务体系里头的话，我们的垃圾焚化的量每年才递减了 1.08， 这个主管还要用吗？这主管还要用吗？我们再看下一张好不好？焚烧的占比还有掩埋的占比跟回收的占比，就这样你看看。好，资源的回收量的话已经高于焚烧，所以近四年的平均的回收呢增长的率那么仅有 3.25， 对不对？所以包括让独家能力的卷筒卫生纸可分解的，可以丢到抽水马桶的，你看委员都关心到这种层次的问题的，可回收的卫生纸是不该丢进去，不能很难以分解的，就不能丢到抽水马桶嘛，对。连这个都要，连这都得计算的，对了。你都怎讲过去？你看看过去的话，你看看该有的作为，你知道根本就没有作为。那过去有什么作为？署长过去有什么作为？所以这个是啊，这是我们的国家的公务体系，我们要检讨的。该监督了，也是你要面对的。该监督了，你这个人打扮蛮一点，该监督要监督，你一直讲这句话。好了，所以我们说，全国人民政府现在的监督啊，你自己搞我咯。好了，所以我这边再提醒好不好？好，谢谢。所以需要在生产端对于废弃料哈、废物的料产生于不可回收的材质要进行管制，好不好？好 ，OK。好了，我们那个什么，我们主席已经站起来了哈。我记起了，我也注意这点。好，谢谢，没谢谢。我没有下来，我还没有下来，我还挂没一轮呢。哦，你不是我的好意思。阿伯阿个指定。所以这样子，最后好了哈，署长，所以有关于互相互惠。还有包括谁在征收，好、哦，还有包括说垃圾要减量、要分类来讲的话，以云林县最优先做好不好？
我会来协助你，好不好？谢谢，谢谢，除非你看不起我，好不好？谢谢，谢谢，好，谢谢你，好，谢谢苏委员哈。署长真的很多事情还要努力哈，我们下午2:30再继续执行。没有没有，中午休息时间哈，从到下午2:30哈再继续开会。好，谢谢。我说明我关节